各位朋友晚安。晚安，朋友各位。谢谢，谢谢。欢迎光临华都西餐厅。欢迎。今天晚上又是一个特殊的缘分，能够让我们大家共聚一堂。你怎么这么多年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呢？难道不是一样吗？啊，要不然你为什么偏偏要站在这里呢？我？你为什么不站过去一步呢？我当然可以站过来一步啊。我为什么偏偏要站在这里呢？大家为什么偏偏要坐在那里呢？还有啊，好，别再扯这个，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节目吧。好的，今天晚上节目是由在下言归，小弟郑传在此为您服务。谢谢，感谢。哇，本餐厅前一阵子暂停营业，整修门面。是的，啊，今天重新开幕，一切以崭新的面貌来面对大家。对的，啊，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灯光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啊，音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装潢越来越黄，越来越黄。黄。设备越来越色，对。你在说什么呀？说错了，我应该说这个设备越来越。背，背，就是我们一切都在改善啊，希望能够提高我们的水准，让大家不要再瞧不起西餐厅了。啊、有用吗？事在人为嘛。哦，谢谢。各位朋友，这几年来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节目丰富了，丰富了，业绩提高了，提高了，口碑膨胀了，膨胀了。特别是我们的小妹也长大了，连小妹都长大了。还请各位旧与新知，大家告诉大家。是的，因为这一切都要靠各位衣食父母多多捧场啊。当然嘛。所以我们还等什么呢？爸妈，晚安。我们先去睡了，小妹一块来吧。好的啦，你说点正经的吧。你说。啊，也要我说正经的。说点正经的。好。我要说正经的，自从政府拨迁来台，大陆同胞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共复国大业放弃的。怎么了？让你讲点正经的，讲的也太正经了吧？那你不是要我说正经的吗？你说一点跟我们大家生活上有关系一点的事情，是不是？哦，你要正经，要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好。自从政府解严以来，大陆同胞就不再水深火热了。我们整个政治走向开明制度，对，我们的经济蒸蒸日上，是的，我们的外汇存底又提高了，就连外交都施展了无比的弹性。干嘛还无比的弹性啊？像格尔纳达跟贝里斯那种小地方，跟他建什么交嘛？700亿把他买过来，几十万人来这边做工就算了嘛？你这。你看在下出马竞选还有希望吧？有希望，很有希望去绿岛当选。你这样讲，外交部长会抗议的吗？开玩笑，部长怎么会到我们西餐厅来？你这说的也是吧？部长真的来了，部长坐那边的，哪一个？小妹过来伺候一下，我去帮你毛巾拿过来一条，好了，降旗油部长，你坏透了。总而言之，政府解严实在是一大德政，对，尤其是对大陆政策之开放。啊，让我们在地理历史课本上面所看到的一些锦绣河山，今天可以一一应验。对嘛？随便你去玩呐、啊。是嘛？你想看大森林，上东北；看沙漠，到新疆；看平原，上华北；看山水，到桂林；吃烤鸭，上北京；买茅台，到贵州；啃大闸蟹，上杭州；玩熊猫，到四川。不打打。熊猫是人家的国宝，可以让你随便的玩呐、啊。大爷，我有钱，我给他200块人民币，摸一下大腿可以吧？什么德性啊！要做生意更方便了，要炒地皮，上福建；要找廉价劳工，到广州；要开工厂，上深圳；要数钞票，回台湾。放眼望去，一片壮丽的山河，灿烂的古迹，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接不完的订单，运不完的货柜，用不完的廉价劳工，数不尽的钞票，钞票，钞票，钱，广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工，恢复旧山河，还我河山，还我股票，坚守一万大关，台湾敬业万岁，中华文化，文化悠久无波的大，停。你太颓废了吧？对不起，我太冲动了。大陆开放对你意义就如此吗？我教育失败。是吗？我人格破产。你才知道，我不该玩大陆妹。
虽然他是澎湖来的。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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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归正传，咱们言归正传。前面之所以说了这么多有关海峡两岸开放的问题，是跟今天晚上节目有关系的。是的，啊，本餐厅为了不辜负时代的脚步，为各位朋友安排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相声。在我们传统艺术当中，象征我们民族的幽默感。它能代表群众做社会批判，对了，最直接的达成情绪的宣泄。对，相声在台湾的发展曾经家喻户晓，不过后来一度没落甚至死亡了啊。直到今天，有些朋友认为相声的精神反而被西餐厅保留了。哎，不管您认为怎么样啊，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呢，我们就是了，大家将就的用吧啊。但是这一切在今天晚上将要改观了，因为呢，本餐厅不惜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披星戴月、三顾茅庐、七出祁山，为您请来了大陆真正的相声传人常年乐老先生。是的，一位传奇性人物。哎，他历经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大陆沦陷、文革，乃至于今天每一个深沉哀痛的年代里面，都接受过他老先生温暖的照顾。不错，也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今天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可以接受上天一份最珍贵的礼物——笑声，而他呢，也就因此得到了“笑神”这个崇高的封号。前几天，在国泰航空公司慷慨赞助之下，非常感谢常年乐老先生以及他的爱徒白檀先生，终于从北京经香港返抵国门了，让我们有机会一睹相声艺术传人的庐山真面目，让我们多年来在文化上一种自卑破碎饥渴的心情可以得到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滋润。在盲目摸索传统艺术的迷惘岁月中，给我们带来一座灯塔。各位朋友，此刻灯塔的灯就要亮了，亮，小三板就要靠岸了，靠岸了，小麻雀飞进大森林，大森林，小溪流遇到大海洋了，大海，小野草碰到大榕树了，小番薯碰到大镰刀了，镰刀，小蟋蟀碰到大犀牛了，小家伙碰到大家伙，够了没有、啊、好了没有、啊、好了，够了，够了。各位观众，骨肉分散了40年，兄弟团聚的时刻到了，让我们以一次最疯狂的掌声欢迎两位来自北京的相声民俗艺术大师常年乐白檀先生。好像在哪里发生过啊。老将不行吧？您要不要先下去看一看？大家不要担心，一点都不严重，绝对不严重。哎呀，看样子又要讲三只毛毛虫的故事。啊，这么多人听过，那不能讲，不能讲。哦，是这样子啊啊，昨天晚上呢，同样也是跟几个朋友在家里面啊猜谜，照样没猜出来。啊、他说有。一个朋友他说有三只娃娃鱼排成一列，那么前面那个娃娃鱼啊，回头就对后面来了是吧？来了是吧？啊，哎，各位朋友不要再关心娃娃鱼了，他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来欢迎常年乐白檀先生。麻烦你先上前两步，跟我们朋友讲几句话，好吧？好，哎，麻烦你，麻烦你，来来来。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叫白檀，我打北京来，来到你们美丽的宝岛，带了一声好，祝福大家。哎呀，谢谢，谢谢。白先生，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你都是习惯一个人出来啊？我的师父常老先生，你们不是在一起吗？是。哎，这几天我们都在一起抓时间，到处参观学习啊。今天中午还在一块呢啊。我们讲好晚上在这碰头的。好，对对对对。所以您放心，哎，他肯定一会儿就到。哦，肯定一会儿就到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想大概是外面有塞车了嘛，对不对？啊、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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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一定是我们的交通问题。哎，我们这个政府已经跟我们宣布过了，说我们这个交通啊，已经进入黑暗期了啊。哎，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了就算了。
啊，这个有没有人下去看一看？有啊，有啊，有。有吗？有。有，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白先生，是，怎么样？今天晚上为我们朋友带来一个什么精彩的节目吗？我，哎，我没准备什么。你没准备什么？那完了完了完了。我平常都看我的师父，哎，常老先生，是，他要说哪些段子，嗯，我就跟。哦，你是跟的，你不是大师啊？啊，那惨了惨了惨了。哎，那常老先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什么精彩的段子啊？坦白说，哎，我不知道。你，哦，太好了，太好了。来这儿的时候，哎，在飞机上，哎，我还问了我师父说，这一次啊，到台湾要说哪些段子给台湾的同胞们？对对对对对。他说这一次要说点不同的。好极了，说点特殊的。好好好，毕竟机会难得。对嘛？然后他就没再说了。坦白说，我就这么来了。哦，那这样讲，你们是打算临场发挥喽？不不不不不，哦，这个是高手高手。哦，不敢不敢。哎，不要客气，白兄。哎，不要客气，来露一手露一手。不行不行，我们知道你们那边那个说学逗唱很不得了的啦。啊，来来来，哎，给我朋友鼓励鼓励嘛。哎哎哎哎哎，来来来来来，请请，谢谢谢谢啊，谢谢啊，是这样的，我师父常老先生他不在这儿啊。我怎么好随便就抖几个包袱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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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就你就随便抖。很抱歉，很抱歉。哎，这个白先生，对不起啊。你刚才讲什么？你说你随便抖几个什么？抖包袱。哎，对，抖包袱什么意思啊？您不懂。请指教。这是我们专业术语啊。包袱就是笑话的意思。包袱就是笑话的意思啊。哎，设计一个笑话呢。啊，就是装一个包袱啊，是啊，说一个笑话呢，就是抖一个包袱，包袱抖得好，那大伙儿就好笑。哎，这个名词听起来很生动啊。那您懂了。哇，那这样讲，今天我不小心抖了一晚上包袱了吗？您抖挺好。那，我在后台都听到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我现在没包袱抖了。哎，好，我们就来聊聊吧。啊，是。哎，来 talk talk。这个白先生。怎么样？到台北来几天了吧？对，啊，对我们台北感觉怎么样？台北，哎，对台北这个城市的印象如何？台北让我感觉国富民强，哦，国民生活水平高，嗯，称得上是国泰民安，不愧是国际第一流的大都会。哎，谢谢谢谢，那您显然是受骗了。您这饭店说你把钥匙带出来了？有点私事。怎么的？白先生，白先生，是是 是, 是、啊，像这种钥匙啊，我就建议你以后啊，就直接放在那个旅馆柜台就算了啊，不要带出来啊，怪土的。你牙刷牙膏没带出来吧？您见笑啊！我以前也是这样。你刚才说我们台北有多好多好，这个当然是受之有愧了啊。其实我对台北最深刻的印象是，哎，是刚才。刚才怎么讲？刚才我在后台听到您说大家能在一起是个特殊的缘分啊。这话我常说，你别放在心上啊。您说您在这儿，哎，那位先生在这儿，是啊，观众朋友坐在那儿。嗯哼，那这样的一个比方给你一个什么特殊的感受啊？我在想啊，哎，如果几十年前有一天，对，有一个情况稍微改变一下，嗯，搞不好在那儿介绍节目的是我，远从北京来说相声的就是你了。哎，对对对，对不起，是怎么说这个话？我讲给您听啊。哎，40年前在上海码头，我的父亲提着行李，拿着船票，预备上船到台湾来，差一点就上船了。哦，你是说令尊当年也是打算要逃出来的？对。哦，结果没有上成船。哎。啊。所以40年后的今天，我来台北感受特别深刻。啊，失敬失敬，您这样讲我就懂了，白先生。哎。啊，我小的时候我父亲也常常跟我讲，他说那个时候啊局势很乱啊，他也是差一点上不了船，最后一个才上船的。令尊是最后一个才上船的。哎，最后一个才上船。令尊是硬挤上去的。硬挤上去的，其他人被他踹下去的。这么说家父是被令尊挤下来的。哎，被挤到海里去了。哎，好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他抖一个包袱，哎，还可以吧，说抖就抖。哎，很快。哪不好意思拿令尊开玩笑。不要紧，这是我们西餐厅特权。是是是。您刚才讲令尊这些因缘际会啊，
啊，很感兴趣，可不可以趁今天这个机会给我们多做点描述嘛，是吧？这说来话长了。说来话长是吧？那太好了。你就慢慢说吧。这就说嘛。就说了。哦，对，拿这个东西不太像讲相声啊。是吧？我帮你准备两个铁架子。好 ，OK。哎，小妹，帮忙拿两个铁架子出来。你对相声还挺熟。我不行啊，听你们那边录音带听了很多了啊。你讲，我尽量跟了。1949年，也就是民国38年，上海解放前夕，也就是上海沦陷前夕，我们建国初期，也就是我们算了，这段跳过去吧。您说49年，就是民国38年，上海解放前夕，也就是共匪窃据大陆的时候。哦，谢谢谢谢，磕头磕头。好，令尊那时候在上海做些什么事情啊？我们家在上海，哎，有个世代相传的行业。哦，做个小买卖。什么买卖？门口就挂一个字儿。哦，买。买什么？啊啊，拿面锣。锣。哦，哐。换面小锣。小锣。当。差一点。哦，当铺啊。哎，对了。你们是开当铺的。嘿嘿。哦，这个当铺不太好开吧？我们家在上海啊，可是声望最高的一家当铺。哦，门口对联写的是啊，前人留，后人收，货通三代。下联，金银出，宝物进，恩泽四海。好，横批是什么？大小通吃。气派。年月不好的时候，对联得换一副了。换成什么呢？上联是你不来他不来，自有人来。有道理。下联是你的是他的都是我的。这什么心态啊？横批呢？你得认命。是得认命。嗯，不过这个乱世之中当铺不太好撑吧？一般当铺在乱世当中可不敢开张。哎，我们家不同。哦，资格老，关系好，把乱世看成发展的好机会。又这么说，你们这个当铺规模不小，都进些什么货呢？什么南北杂货一般典当，那都不在话下。是我们家专进好货。哦，上自龙山仰韶彩陶黑陶，下至五四时代文人笔墨，是尽收眼底。哇，那成了古董行了。那还是平时呢。啊，到49年局面一乱更不得了。怎么说？所有宝贝通通出笼了。我们家大朝奉二朝奉等了一辈子没看过的宝贝，这会儿全都看到了。哦，忙也忙不过来，光看都看傻眼儿。那都看到什么东西了呢？你要进了咱们家仓房，哎，你能看到汉朝的壮阔，唐朝的华丽，宋朝的精面，明朝的糊涂，清朝的腐败。哎，等等等等等等等，这糊涂跟腐败怎么都进了你们当铺了？是什么样的朝代就会留下什么样的货。哎，有道理。一时间咱们家小仓房成了小故宫了。哇，那不得了。哎，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多货都出笼了呢？那叫乱世啊。是了，今天你手上拿的金元券银元，到明天还值多少钱讲不准。哎，我听说那个时候物价涨得很凶啊，一天都能涨好几回。你看看那个时候发薪水啊，啊，是用米袋装的啊，一大袋一大袋一大袋。哇，那也很过瘾。哎，过什么瘾啊？你搬不回家。那怎么办呢？得叫黄包车帮忙载啊！可是，一到家物价又涨了啊！你得留一半在车上当车钱。你看，什么时代呀、啊？那一年，我妈妈刚生完我。哎，恭喜恭喜！我人长这么大就别恭喜了。哎哎、是。我爸爸想买俩鸡蛋给他补补身子，应该的嘛。到了市场。到了市场。这个蛋一斤多少啊？一斤多少啊？现在不论斤，论个儿。哦，论个，一个多少啊？150。150这么贵？我没听错。没听错。多少？200。啊，这就涨了。那一掏钞票一数数又涨了。涨多少？250。那咱谁买得起啊？是买不起啊。是啊，得改变战术了。改变战术。买鸡。买鸡。鸡生蛋，蛋生鸡嘛。这有道理。一只鸡多少钱？不多。3万。三。这鸡它会唱歌吗？谁有心情唱歌呀？你这一犹豫又涨了。涨多少？35000。啊，这太离谱了嘛。你要讲道理是不是？不合理吗？你4万。哎呦，他
他们能不能便宜点啊？好吧，45,000啊，那不要跟他啰嗦，赶快买了。不成，钞票不够了。不够怎么办？只够买一只腿。买只腿就买只腿了？不行啊，不行，赶快就要暂停了。停不了喽。那怎么办呢？最后成交啊，我爸爸花了55,000买了个鸡屁股回家炖汤啊。老板看来可怜，送了3000块葱花，这提味儿。什么话？3000块钱当葱花再送，55,000买个鸡屁股回到家里，你说这个日子怎么？你好了，你好了，又不是你买，你急什么？对对对对，我管他呢嘛。到了后来，哎，50,000才能换1块银元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值钱吗？什么东西？船票。船票？到台湾的船票。哦哦，要逃难了。可你有钱还不见得买得到，得有关系啊。对对，我爷爷那个时候到处找关系，想买个船票送我爸爸到台湾。是吗？没办法，哎，这又不是大官，对，又不是眷属。是啊，又不是国民党公务员。哎，知道知道，哪像你啊。哎，我对不起你好不好？没办法，哎，我们家当铺从早到晚进多少好货宝贝全都没用，船票难弄。可有一天呢，哎，机会来了。什么机会？49年9月，一个大清早，哦，远处还听得到枪声啊！哎呀，而且越打越近啊！为什么越打越近呢？因为国民党越打越退呀！你说话客气点。家门口进来了一个神秘而慌张的客人。哦，干什么的？手上拎了一个包袱，合着是来抖包袱的。谁这个时候抖包袱啊？这个包袱一打开。我们家二朝凤一看眼都斜了，中风了。我们家大朝凤跟我爷爷一看啊，嘴都歪了，瘫痪了。不是，什么呀，他到底看到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啊？汉玉宝塔。汉玉宝塔是干什么的？汉玉宝塔，是民国17年从东陵墓被盗出来之后，有多少人在追他？哦，后来到了青岛不见了，以为落到外国人手上了，是吧？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出现了，那太稀罕了。我爷爷赶紧问说：“哎，客人，您要放多久啊？”你放多久啊？那客人说：“死当。”哦，他不要了。要多少钱呢？3000万。3000万，他想干什么？买船票。买船票，他有路子吗？碰运气喽。碰运气了。我爷爷二话不说，3000万一点，就看到客人扛了钞票出了门，叫个黄包车到处找船票去了。到哪儿去找哦？东西搁在柜台上还没收呢，啊，门口唰又进来一个人，啊，劈头就问：“这是汉玉宝塔吗？”哟，我爷爷还没说话，那客人就说：“这个宝塔我要了。”他要。我爷爷赶紧说：“不卖。”是啊，不卖嘛。那客人说：“我用换的啊。”啪，什么东西？一张船票。船票啊，晚上9点开往你们这北边有个小港口叫什么？基隆。晚上9点开往基隆。那太巧了。哎呀，我爷爷赶紧问：“哎呀，你舍得呀？”是你舍得吗？那客人说：“这个宝塔我追他已经追了一辈子，要到了我手上啊，我死都瞑目。”这人还挺拗啊。哎，那基隆他还去不去了？基隆算什么？基隆不过养养鸡嘛。这什么话这是？双方都不再犹豫了，哎，就看见了客人抱了宝塔出了门，哎，我爷拎了船票就往里头走了。哎，那个上了黄包车的不晓得往哪儿走了啊。嘿，好，爷爷叫二朝凤在仓库里整理出一个包袱来，又要抖包袱。里边装的是金条银块，千万不能抖。爷爷手上还握了一尊开门黄定经的六朝辟邪，好东西啊。连同船票交给我爸爸啊，要他走。我爸爸自己也装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2本25、6岁写的日记，就算是不负他年轻岁月的见证了。行程匆匆啊。爷爷依依不舍地说啊，台湾呐，台风多，地震多，不是什么人住的地方。你看，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等这个局面稳定之后呢，别忘记带点香蕉西瓜，给别人一看就知道你从台湾回来的。那他应该带点槟榔。父亲提着行李就往码头上走了。走了，那一路上心情好沉重啊。当然了，他心里想，我今儿早上还约了锁匠要替家里保险柜重新安个锁呢，这会儿已经离家远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了。乱世之中身不由主啊。父亲到了码头，一看十几条船紧紧排成一列。哎呦，
父亲认出他要上的那条船呢，就开始排队准备上船了。可没想到哦，这个人呐、啊、越来越多，是，而且天越黑人越多，都想上船。没一会儿功夫，这码头上给挤得满满的了。嗯，啊，我刚告诉过你，物价涨得有多快吧？那太快了，这会人潮涨了就有多快呀、啊？这么多人要上船呢、啊，每个人的脸上表情都是惊慌和恐惧。哦，我父亲跟着也惊慌起来了，是，他就怕上不了船了。他怕什么？他有船票吗？有船票有什么用啊？啊，你这会根本挤不过去呀、啊！啊，那怎么？那这个船票那就没有公理了，不是？老弟呀、啊，哎，一个社会大秩序没了，嗯，小秩序就甭谈了。是是是是，你要逃难，谁不要逃难呢？有道理，这会儿就瞎蹭吧，嗯，看谁蹭得上。那您这么说，要各凭本事了就，嗯，哦、在这个场面，你会看到人在动乱中的反应，啊，你会看到中国人独特的智慧。什么智慧？喏、哦，人不是正挤的吗？是是，后边有一位老兄，嗯，拿个大毛巾，端了一个大火锅，火花四冒，吆喝啊，烫哦烫哦，借光借光，船上人家的大火锅烫到不负责，大火锅来了啊啊啊啊啊！哟、啊、呼、啊，怎么了？他上去了，上去了，他上去找个地方坐下来，自己把火锅吃了。你看看。这真气人呢，这不是？没一会儿功夫啊，你就看到有四个老兄，四个提着一个担架，哦，气急败坏的吆喝啊啊、嗯，让开哦，让开哦，救人如救火，再慢一分钟，你们让他咽了气，你就缺德了。哟、啊、呼、啊啊啊啊啊，四个都上去了，什么四个？啊、是五个，七个，七个，担架上躺了三个啊，还外带一只小狗，你看看。这才叫缺德呢！那我父亲急得没办法呀。是吗？哎呀，我父亲这时候恨不得能在身上绑一个冲天炮，哎，冲过人群，非要那船的旗杆顶去就好了。那好，再往下一滑就可以加5000分，成了超级马力了。我说，什么意思啊？这个，哎，您多住2天就知道了。然后呢？然后啊，就见这码头上人潮啊。这么挤过来挤过去，哎，就见那船呢一会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近在眼前了，一会儿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远到天边去了。我父亲突然发现这队伍失去控制了。哦啊，这个人潮怎么前边的往右，右边往后，后边往左，左边往前，怎么了？原来所有人不由自主的成个漩涡，在原地打转，成了个大人海了。我父亲低头一看，哟，这个脚怎么离地了啊？他赶紧跟前边人说，我的脚腾空了啊！前边说我也腾空了，嗨，旁边有一位先生说我们这一代的都腾空了啊！就这么挤呀、啊？一个家庭啊啊，被人潮这一冲散，就听见爸爸喊儿子，爷爷叫奶奶的，可怜呢。有一对新婚夫妻呀、啊，嗯，刚刚还手拉着手呢，是人潮这一冲给冲分开了，那怎么办呢？那个老婆就叫啊，嗯，大牛，大牛，大牛，走远了。一个时辰之后又回来了啊！大牛，大牛，大牛，又相逢了。不，他们擦肩而过。你看，哎、这太惨了吧？这。你放心，一个时辰之后他们还会再碰头啊！那成牛郎织女了。所有人跟阴阳八卦似的在打转了。不是，你说他每一个人一个时辰之后他都会再碰到？可不是啊，有一个小偷啊啊，浑水摸鱼啊，他趁人挤啊。偷了一袋苹果，那太可恶了。你放心，他跑不远啊，一个时辰之后又给挤回来了，真挤回来了，把我气的、啊、上去一顿揍我，是打得他鼻青脸肿的。你打他干什么呢？物归原主就算了吗？什么物归原主啊？啊，苹果全给挤成糖炒栗子了。哎呀，就这么挤呀、啊？这个时候码头边就听到船笛声啊，哎、哦，哟，船要开了，天上突然下一场大雨。哎呀！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泪水啊，也都是雨水。是，那船上人呢也顾不了躲雨，只想再多看一眼陆地。是，那船下人呢没命的想往船上挤啊。当然，我父亲一看不行了，他下定决心，离开命运的摆布，对，跳出这个漩涡了。他看准那条船啊，他心里想，我要上去，我要上去，我要上去，用精神力量，他就不顾一切逆流而上，挤呀挤呀挤的。突然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扭转乾坤，怎么了？整个人潮开始反的转，
精诚所至了。我父亲赶紧趁着这股逆流人潮啊，拼命往前挤呀挤呀，那船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又接近了。人潮像大龙的尾巴一样，唰，把带到船边。哎呀，赶紧逮这个机会，噌了往上面一跳。好，上去了，上去了，上船了，上船了。那太好了，好高兴，站在船上，觉得船的钢都好坚韧呐，高兴啊！顿时他觉得这个船的命运和他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缘分。这个船给了他新的希望，千万别再下去。他高兴地趴在甲板上，用嘴啊亲啊亲啊，觉得好亲切，激动啊！他亲啊亲啊，亲到两排字啊，抬头一看，不禁泪洒甲板啊，喜极而泣了。你知道上边写什么字吗？什么字？第一行写的是“永不回头”，嗯，有志气。第二行呢？开往苏联，完蛋了！白谈，言归，下台鞠躬。言归，白谈，上台鞠躬。刚才听您说令尊没有上乘船之后是不是就回去了？什么啊，他们在西伯利亚做了两年苦工才回来。我想到我父亲的遭遇就跟他不太一样。太不一样了。也没有那么太不一样了，其实还蛮像的了。怎么说啊？因为我父亲当初他是从这个青岛撤退过来的。从青岛逃难？是，跟我母亲从大陆出来，到了这个台北近郊的一个小眷村里面住下来了。小眷村？是，他叫青岛新村。这个小眷村长什么样？是他呢？哎呦，那个时候他这个环境都很简陋了 一切都很克难嘛。那我懂了啊，那是个难民营啊。你说我们住的地方是难民营？不是啊，其实就是啊。哦，我说了，因为我们村子里呢一间一间矮小的房子啊，它都是从大陆各地来的人住在那边的。哦哦，我们村子里的地形呢大概是这样的啊，哎，村子的西边是靠一个山坡。村口是冲东南方啊，那么村口有一个大水沟，我们小孩都叫它护城河。呵，村的北边还有一个废弃掉的围墙啊。我跟您说，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就觉得我们村子那感觉啊，活像一个袖珍型的中国版图啊。怎么说？你看吧，他是从哪儿来的人，他就住哪个位置。有这样的事儿啊？是这样。那住在村口那几家呢，刚刚好都是那江浙一带的人啊，再下去就是福建人。哦。那么住在西边山坡底下那几家偏偏都是云贵一带的人啊，再过来就是四川人。嘿，我们家是河南人呢，所以我们住中原啊。打开后门一看，湖北人。好，这跟真的一样啊。真是这样的。村子最南边靠公共厕所那几家都是广东人啊。出了村口过个大水沟再一看，呀哈，都是台湾人了。这是谁这么分配的？没有人分配的。当初来台湾的时候就是靠那本性住吧。 住着住就住成那样了。有这么巧？真那么巧。那西边山坡上面那几家还养羊，还信回教，我看八成从新疆来的。你敢说你们那是蒙古人吗？干嘛没有啊，住到我们村子最北边，他们房子最大，后来突然间脱离我们了。我看那块空地我觉得好可惜哦。好可惜啊？太可惜了，我都不信了。嗯，你们那有东北人吗？干嘛没有啊，他们住围墙外面，本来有九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三户了。有这么巧啊？真这么巧。你愿意的话翻过山去还能看到一个阿富汗人。你敢说有阿富汗人？这个阿富汗狗了，瘦瘦高高的吗？还真有。隔壁养波斯猫嘛。还有他们家卖地毯。你得了啊，照你这么说，再过去到了一大片沙漠了。哎，你怎么知道我们那真有一大片沙地？你带我去过吧？不是，那边旁边开了个烤肉店，叫贝鲁特。后来那边变靶场了，没人爱住那儿。行了。你们村子也太大了。不是，我们村子大的世界也太小了嘛。人。我问你啊，你们村子有这么多不同省份的人呢？是。为什么叫青岛新村呢？这个我想是因为跟我们村子里的人呢，当初都是从青岛撤退过来的，我想有关系。哦，这样。哎，那么这一点也是我们村子里唯一的一个共通点了。啊，可是你除了这一点之外啊，你说什么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管教子女的办法，通通不一样了。哦，这样。哎呀，连个最基本的沟通，你都要费上半天劲儿才能通上那么一点点。怎么说？我这么说吧，嗯，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张伯伯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哎，好。他就是青岛一号。青岛一号？那青岛新村门牌号码一号。还这么算的？你别看他还真不辜负这个名号啊！哦，哈，人家成天在那儿神经兮兮的，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听说当初在大陆沦陷的时候，他好像是违反了什么军令嘛。哦，啊，所以到了台湾来之后就生怕被通缉。哎呀，那么好多年都过去了，上级都把这号人给忘了。嗯，他还怕人家来通缉他，那真睡不着觉啊！你看看，有一天晚上很晚了，青岛一号在家里面看着恐怖小说呢。哦，看着看着，突然有人敲门啊，当当当当当。青岛一号，我要来通缉你。糟了，一听是村长的声音啊！啊，青岛一号，我带了两个警察来通缉你，开门。坏了，一看窗户上真有三个人影啊，灯也不敢开，隔着门就问：“你们要通缉我，你们有没有证据啊？”啊，我通缉你，我要什么证据啊？啊，你们通缉人现在都不要证据了，你们还有王法没有？你们？我通缉你，我要什么证据？你别再跟我耍标了，开门。旁边那个警察沉不住气了啊！啊，张先生是这样，是乡公所让我们来通知你。啊嗨，是明天下午有清洁比赛。你看这个对话多吓人呐！青岛一号听明白了，好了好，我知道，村长我知道。是吗？村长还说呢。哦，哎，我通缉过你了，我去通缉别人了啊。啊！我对老蒋还有个信儿。下个月七号我们要来一个全面统计，乖乖，上头交代要彻底统计啊，一个都不准跑，从你们家开始。哎呀，青岛一号一听把门啪嗒打开冲出来，全面统计，你们干脆把我一个人带走不就行了吗？他自首了。哎，你可别听错了啊，我说的是统计不是统计啊。青岛一号都失去控制了啊，我不管你说什么了，十多年了我受够了，你们来吧。哼，旁边那个警察又看不过去了啊！哎呀，张先生，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说是这个啊，下个月啊，我们有一个人口统计，哎，请您呢准备户口名簿吧。你看那个对话多恐怖啊！呢，村长还不饶人呢。哦，哎，老蒋，你们家这个顶怎么不亮了？哦，灯坏了。这什么？这钉吗？是啊，这顶怎么不亮了？这叫钉吗？这叫钉吗？你问问人家，这叫钉吗？是吗？旁边另外一位警察半天没有搭腔啊，这时候沉不住气了，哦，出来打圆场，啊，村长啊，那个不叫钉的，是吗？那个叫当。这什么呀？这是？青岛一号气得都没情绪对话了啊，把那门啪嗒关上，不理他们，回屋里去了。嗨，这时候还听到村长在外头嘀咕呢。哦，你看看这个印多奇怪啊，他把那统计跟统计当成了统计了。什么呀？那是？那我们中国怎么会统一呢？你看，走走走到我们家去吃土鸡。行了，警察都听糊涂了。别说他糊涂了，真听不懂。我跟您说啊，村长的口音在我们村子里还不是最难懂的，还不是最难懂。哎呦，那另外一位可难懂了。哎，那您说说看，这位他叫古嘎。古嘎？嗯，有这样的名字啊？不是，因为他平常说话的时候老是这么古嘎古嘎，鱼哭开古空空柳下踢卡古嘎。那么久而久之啊，人就忘了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了啊，就干脆就叫他古嘎。这位古嘎先生他是什么省份人呢？不知道，也没人知道。哦啊，就知道在很早很早以前，好像还有那么几个人呢还听得懂他说的话。哦，后来搬到我们村子来住之后啊，这口音啊就被我们打混了。嗯，舌头也呼了，是嘴巴也花了。那你们村子不能住人呢？您来住不会有问题。哎，您介绍一下这位古嘎先生他说话什么样？是，我给您举个例子啊。哎。有一年是这个啊，双十国庆吧，嗯，我们村子里在放电影。哟，你们村子设备还这么好啊？谈不上好了，就是露天电影了啊，搭个铁架子，挂块布就演了。客难的啊，那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啊啊，经常断片不说呀，那个放映机的转速马达呀，
他那个马达转速不稳定哦，所以那声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是不是？哎呀，你看那个荧幕上男女主角在谈恋爱呢，是女主角就说：“我问你，你是真心的爱我吗？”爱他妈妈干什么？你是真心的爱我吗？你看看，男主角赶忙回答：“你要不信的话，我要你立刻就嫁给我爸爸。”嫁给你爸爸成什么体统啊？就嫁给我吧。哎，这个时候还突然间吹过来一阵风，哦，把我们的荧幕给吹动了。哎呀，你看那女主角就问说：“你的立场真的这么坚定吗？”男主角也不示弱，马上回答：“我的意志绝不轻易动摇。”连接个电话都得这么接。喂，嗨，你找哪位？好嘛，看到这儿我们就知道这两个人的感情算完了嘛。看来真不乐观呐。是吗？他亲嘴老亲不到，你可知道吗？哎，这时候突然间断片了，哦，我们大伙儿就开始虚了。怎么会断片呢？哎，一个讨厌的小孩拿把剪刀把那电影给剪断了，你看，那太可恶了，可恶透了。我刚才小孩剪刀还偷他妈妈的，哦，啊，他妈妈好不容易攒了点钱买了把新剪刀啊，想开个家庭洋财，不是很好吗？是啊，他把他偷出来玩，太可恶了嘛！偷出来时候还好高兴啊，那心里面好像有蝴蝶在飞舞一样，他喜欢剪那个质感好的东西，咔呲咔嚓咔嚓。哎，你怎么这么清楚啊？他就是我嘛。你真该被罚呀你！那小时候不懂事嘛。啊，我想剪一段电影回去自己看。啊，说不定就可以当影评人了，我说。你行了，你行了。哎，旁边的人看我把电影剪断了。哦。哎，包子，你怎么把电影剪断了？哦，你叫包子。啊，我那时候我爸爸在旁边看呢。哦，一看哟，有人叫包子，哎呀，包子又闯祸了。嗯，生气呀。啊，跑过来把我手上剪刀夺过去，高高举起。哎呀，又交给了旁边林太太。把我噼里啪啦就给打了一顿哦，嗯，打得我是呲儿哇乱叫啊，可怜呐。哦，我在争取大人同情呢，还聪明，旁边人多有效果哦。一位太太就说：“尹先生，你不要讲打小孩子，小孩子不懂事没关系。”来劝架了。一位北平老太太心肠最好，是喽。哎呀，老严呐，你不能这么打包子了，再打包子，包子馅儿都给你打出来了。什么话呀这是。你不要看我那时候小，我还挺懂事的啊，哦，我听这话有道理。是爸，我就这么点馅儿，你别再打了吧。行了行了，不能听啊这话。旁边还有人支援呢。啊，你西萨能不要干能打小奴，要打要一念一念个打，不要用嘎多个力道吧。上海先生是吗？你打孩子用这么大力量干什么啊？老严当年打共匪怎么用点力啊？啊，我爸爸一听这话就火了，哦，啊，你们说我打共匪不用力，我打共匪，说你们在哪儿呢？啊，你们在重庆织袜子呢。真能扯呀。也奇怪喽，你们吵架把四川扯进来干啥子啊？个老子你们在前方不好好打游击，我们在重庆都要翘辫子喽。扯到这儿来了，就看到大人是越吵越凶啊，乱的，这个说那个抗战不努力，那个说这个剿匪不用心呐，啊，好像这大陆就被他们的几个人弄丢了似的。我们小孩也不甩那么多了啊！啊，我那时候也在揉的屁股夹缝中求生存呐，啊，真能混呐！哎，就在这个时候，古嘎说话了。那位古嘎说话了，古嘎冲出来对我们大家说话了。嘿，古嘎他说什么了？跳跳跳跳跳，饭菜都要跳跳。什么意思啊？吵吵吵吵吵，凡事都要吵。真听不懂啊。反吹都要吹跳。当他放冲天炮呢。这是我爸爸觉得太没有面子了啊，无形中成了吵架的焦点了是吧？是啊。把他林太太手上剪刀拿过去，高高举起就对着我，又交给了旁边王太太。嗨，正想在打我的时候，古嘎又说话了。古嘎又说话了。古嘎这回冲过来救我的。古嘎他说什么了？啪啪，打俄家俄啪。
什么意思啊？爸爸打孩子何必呀？你再说一遍。打俄家俄爸。我当他摔了一跤呢。大伙儿听着都乐了。哎，啊，好了好了，古干你别说话，你回家，你回家了，回家了。嫌他了啊！孤嘎能喵，怪能喵，怪能回家回家。嗯，村长也在。哦，哎，孤嘎，你别说话，你说话没人听得懂。呵，啊，你回家，下次有电影我再通缉你。啊！可是就在这时候，孤嘎他拼老命说了一句我们大伙儿都听得懂的话。哦，孤嘎说什么了？哦，他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呢。这我不敢听了，害不了人的。哎，您说。咕嘎咕嘎，牛咕牛嘎，什么意思？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牛咕牛家。哎呀，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我当他肋骨断了。说完这话，咕嘎回头走了，不理我们了。快走吧你。走的时候就听到咕嘎在那儿。啊哒啦哒，啊哒啦哒，骑个烂脚踏车呢？什么样的？他叹气的声音啊！啊哒啦哒，啊吧啊吧。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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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真不能听啊！你们那电影还看是不看呢？看看看，一会儿电影就接回去了。哎，快看吧！啊，你就看了个男主角，握着女主角的手，嗯，很温柔的说：“等我们将来结婚之后，我们可以一块儿来建设我们的古。”嘎，又坏了。你们那地方听起来简直像个小中国了。哎，你听完我们这个眷村的经验，是不是很难体会那种感受啊？倒不会啊，我们也做过难民啊。你们那边什么时候逃过难呢？你们那是40年前啊，从中国不同的地方聚集到一个小岛上，可以这么讲。我们那是20年前，从中国各大都市青年们分散到边疆去生活。哦，您是说那个文革时候那个下放是吧？哎，插队落户，也就你们那儿会做出这种傻事儿来。傻事儿？不是，你不是说什么向那个贫下中农学习是吧？啊，学什么呀？上面的借口了。哎，你弄错了啊！你弄错了是吗？那个时候我们可是抱着崇高的理想自愿下放啊！我们要从贫下中农的生活当中。实际体会无产阶级大革命的真谛。哦，我们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封建余毒。哎呦，我们要去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中国。哎，听起来挺浪漫的。其实也没那么浪漫，是吧？怎么说呢？离开家这么远呢、啊？一想到家，信心就动摇了。干嘛那么脆弱呢？不能怪我们呢。啊，那个时候我们多年轻啊。哦，那年我才20出头。那少不更事。第一次离开家。是。就提了一个行李，抱了一本毛语录，上了火车，预备去实现我们伟大的理想了。一副革命青年的写照。火车呢，当当当，空隆呱啦，空隆呱啦，离开月台走了，叮铃空隆，叮铃空隆，开往塞北，离开家了，越过长城，从河套经过宁夏、甘肃，远离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颜色都变了，花草动物也全都变了。我这才发现我们国家有这么大，哎，想想真是安慰啊，想想真是寂寞呀。那火车越往西走，我们越想家，想朋友。是，那火车开始加速啊，那个火车的声音啊，让我们的心情起伏不定，触景生情啊。一阵强烈的愿望让我们想掉头回家算了，太想家了。可是火车的声音呢，好像在泼我们冷水。火车什么声音啊？回不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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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去了。这什么联想啊？这是。我那时候在想啊，我这么做值得吗？是，我们的新中国是这么起步的吗？检讨呢？我正想呢啊，火车在爬坡啊，想这干嘛？想这干嘛？想这干嘛？这火车通人性啊！我那时候想，火车如果停下来。我跳下车，我徒步走了，走回去了。那使不得，火车正好经过一个铁桥。哦，搬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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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火车好贱呢！我一听好难过啊，就低下头来暗自掉泪。哦，火车的汽笛一拉，还哭，一针见血啊！
火车经过十天十夜，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吐鲁番。到吐鲁番了，我们预备下车开始过我们的新生活了啊。就火车到站的时候，火车还没忘记祝福我们一声。他又说什么了？恭喜大家。这火车可以说相声了。我们下了车啊，徒步走了三天三夜，到了我们要下放的村落。真远啊。哎，那地方叫万阳公社。万阳公社。哎，在那儿我们遇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有一个是北京音乐学院的学生啊，有一个是上海美术学院的学生。嗯，都是学艺术的啊。哎，我们一起来到新疆。嗯，在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共同吸取了来自高原的清新空气啊。哎呀，当地的民众好和善 啊，我们很快乐地进入了畜牧生活。哎，白天我们就干活，晚上就谈国家大事，过瘾。几个月下来了，手也粗了，哎，皮肤也黑了，好，脑袋也糊涂了啊。脑袋怎么会糊涂了呢？我给你解释我们在那儿最大的一次学习经验就知道了。是，您说。有一句口号叫增产报国，不是吗？有的。我们那改了，改成什么了？增阳报国。哦，他们要增阳。我们那一代是产羊的。是，整个生产大队总共有650只羊。那不少了。那太少了，太少了。那个时候啊，全国在一种热血澎湃增产报国的气氛里。嗯，什么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是，屋里是锣鼓齐响，田里草苗齐长，顺口溜，全国稻米要跨黄河过长江，口气大。湖北一个公社传来稻米一亩增产18万斤。有这种事啊？云南一个生产大队种出一个500斤大的玉米。那成精了。我们也得增产了。你们要增羊了啊？你们要增多少啊？从650只啊变成6500只。那就是10倍啊。什么时候要啊？月底要验收。月底要10倍的羊？我的好好，那你们想办法去借吧。我看跟谁借呀？你们那儿这个，哎，你们那翻过山不就是阿富汗吗？你们这儿了？是是是。我们党委书记想出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他把那羊的饲料啊，嗯，3天份给那个羊1天吃啊。哎，那羊还真吃了。哦，3天之前的羊的叫声是咩，3天之后变成咩。成功了，成功了。当然失败了。是吗？他们都变胖了啊，可是还是那么650只。那当然嘛。我们党委书记正急呢啊，那个队上的那个扩音器啊又传来捷报。什么捷报？河北省快报，河北省快报，各位同志，河北省上周在宝坻县林亭口公社小径庄大队支军模范成功地培育出了一个1360斤大的冬瓜。又多了个妖怪。全县同志齐声欢呼庆祝增产成功。不是，有人会相信这个捷报吗？捷报是这么报的啊。是了是了。我们党委书记把我们几个学艺术的给叫去了啊。干什么？他对我们说话。说什么？这个听说艺术啊可以美化人生，是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嘛。这个艺术可以改变环境，对不对？也可以这么讲啊。这艺术可以创造自然，是不是？你说得过去了。好啊，你说的啊，这任务交给你了。干嘛？就这么一下子增阳的任务掉到我们头上来了。哦，就这样啊。啊，我们几个学艺术同学赶快研究想办法。是啊，我们决定先让那位音乐系的同学试一试。他是什么？他老兄学声乐的。嗯，我们就为他安排了他这一生第一次个人独唱会。独唱会？就看他老兄对那650只羊啊，引吭高歌。他唱什么呀？可爱的小羊，快去晒太阳，快快成长，快快成长。长多少呢？长到6500以上。快，6500以上。然后呢？个个都变成共产党，和我一样为国家去争光。这个羊听完了之后都很高兴吧？高兴什么？哎，吓跑了一半啊！
剩下一半的原地摇头，没反效果呀、啊。那位音乐系同学失败了啊，内心受到很大的挫折，演唱会评语不好。现在就轮到我了，轮到你了。嗯、啊，你要上台了。啊，你上台做什么？我上台说相声。说相声给羊听。我也只会这个啊，是是，我就上去了啊。好，我用尽我所有的本事啊。嗯。我一口气抖了几十个包袱，快快抖得我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啊！好嘛，就看羊群在那儿，哇哇，羊都笑了，笑什么？剩下一半也跑了啊！哗哗是跑步声啊，哗哗，我这辈子没看过羊跑这么快的。你看，这人。那位音乐系同学一看羊跑了啊，想挽回这个局面，上去又唱了。他还要唱，大鬼来吧，鬼来，赶快回头！别再唱了，他有效果没有啊？羊不但没回来，附近牛也吓跑了。好嘛，我们艺术真把环境给改造了。现在就剩下美术系同志了。那羊都跑了，美术系能干什么呢？我们也这么想啊，是吧？他说没关系啊，我来画。他来画，他说我来画，他来画羊啊，他也指挥这个啊，是我们还都来正在帮忙啊，有的找笔呀、啊，有的找布啊，哎，还有的到隔壁村庄去借染料的。你6500只羊不是小工程哦，可不简单呐、啊，是吧？哦，到隔壁村庄借染料的时候啊，我们那位音乐系同志还没有忘记打听一下，打听什么？同志，哎，你最近有没有看到650只羊在附近走来走去啊？谁看到这事儿了？他还挂了那羊了，这人也太奇怪了。大伙一阵忙啊，把材料收齐了，交给那位画家同志，要他画了。就看他老兄花了3个白天3个晚上把画画出来了。哎呀，90米巨幅的草原，6500只羊整整齐齐排列在那儿，就等着上级来验收了。我们先请我的党委书记来看一下，他先看看。他一看，好感动啊！你别说他感动，我们看了都感动。是，想想我也感动。你看那画片上，嗯，那温暖的阳光，翠绿的草原，安静的羊群，那宁静的气氛，哎呀，一副社会主义理想国的写照，成了乌托邦了。我们站在那看，嗯，都陶醉在那画片里。6500只羊就算增产完成了，那还怎么办呢？哎，是，好，我们用木匠啊，把画片啊架起来，架起来。我们还配合当地的地形啊。我们算好那个画片上那个零线跟那个草坡上那个零线，把它接在一起，还有第二天太阳的角度啊，还有上级同志会站的位置，哎，使整个看起来栩栩如生啊。哎，你要不要来一阵风把那景片吹动，让那羊看起来摇头晃脑啊？第二天，哎，一大清早，我们党委书记驾了吉普车把上级同志带来了。真的来了。就看上级同志啊，戴个太阳眼镜，下了吉普车，威风八面的走向我们万羊大队来验收我们的羊了。好嘛，大伙站在那吓得心跳加速、啊、是吗？看你们怎么办。就看到上级同志走上台，嗯，大伙一瞧清楚，全都放心了。怎么放心了呢？他是个瞎子。他是个瞎子，哎，他真是个瞎子，他怎么会是？哎，大伙看了可乐了，是啊，就看到党委书记跟那个上级同志在介绍呢，啊，他说了，哎，说那6500只羊都在那儿呢，他们都在安详的吃草呢。好吧，好吧，那太好了嘛，那太不好了，嗯，他要用摸的，他要用摸的来点数。不是你真羊都跑了，拿什么给人家摸呀？是啊，我们也没办法呀。啊，这我们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在地窖里面逮了2只大老鼠。老鼠拿出来凑数吧。拿老鼠凑数，您说笑话了？干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怎么瞧不起我们老鼠？啊，我们社会主义养的老鼠有这么大？有这么大老鼠？那当然了。那不把你们国家给吃垮了？怕什么啊？我们有这么大的玉米。你说有多大老鼠？多大老鼠啊？有这么大老鼠？你再说，你不说跟那个河北冬瓜一样大好了。这会也没辙啊，拿出来凑数吧。凑数也不够，就2只啊。我们有办法啊。那上级同志呢？要这么，一只，
一只的摸，哎，我们就一只一只的传，账机越摸越快，哎，我们就越传越快，越传越快，越传越快。哇，那苦了你们了。我们还好，啊，那两只老鼠给折腾了，快断了气了。这头上的毛给摸光了，那脑袋给摸扁了。行了行了，上级同志验收完毕了，6500只。嗯，上级要对我们说话了。好好好，大伙儿恭听吧。就说了，哎，万羊大队了不起，是了不起。你们产羊的方式非常新，太新了，值得大家参考。那就不一定了，是一种有创意的做法。嗯，发挥出惊人的成绩，还赞美呢。不过呢，上级有点意见。什么意见？上级认为你们产的羊的数量已经够多了。是够多了，以后不要再产羊了。不要再产羊了。不要再产羊了。那产什么呢？赶快多养两只猫吧。啊，白谈。言归下台，鞠躬。各位观众，小弟正传有一个消息要向各位报告。刚刚小弟才从常年的老先生住的饭店里头赶回来，常老先生在下午已经离开饭店了，目前不知道去向。不过他留下一个袋子，指明要我们带回这个西餐厅来。我想常老先生一定很快就会在后台出现的。根据那个饭店的小弟告诉我们，常先生下午是被一辆黑色的大轿车接走的。他们大概想说他是孝神嘛，想请他吃顿饭，顺便再要两张名牌吧。不过根据那柜台的小姐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子的。那柜台小姐说，常老先生表示他在演出前依照惯例想找个地方剃个头，结果那辆黑色轿车就带他去北头剃头了。我们想常先生一定很快就会在后面出现的。我们现在还是继续来进行今天晚上的节目，让我们再度欢迎我们亲爱的白谈跟言归先生，谢谢大家。我们中国人呢都讲究语言的艺术，中国人嘛，一个相声演员他特别要重视语言的艺术，得受专业训练。每个相声演员他有几项基本的条件。哪些基本条件？首先他必须得会说话。废话。而且得会说废话。感情您说废话还受过专业训练？当然了，我受过高度的专业废话训练。还真有啊。我跟您说吧，我从小就被派去参加各种演讲比赛，你看我这废话说的好不好？你这演讲比赛跟这废话训练什么关系啊？哦，有直接的关系啊。啊，你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演讲啊，大体上分两种。嗯，啊，一种是事先命题的。哦，所以你必须得在家里面先准备好一篇大概5分钟长的废话吧。啊，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之后，然后用戏剧化的办法呈现给大家。哦，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临场抽题的。啊，你就没有办法事先在家里面准备好一篇废话了。啊，只好平常的时候多多充实自己废话。好比说那举一反三的废话。啊，模拟两可的废话。触类旁通的废话，于事无补的废话。啊，都背熟了之后记在脑子里，比赛的时候找机会套上去，打垮敌人，迷倒裁判，再度赢得一个光荣的胜利啊。行了行了行了，您把这个废话的定义给解释一下好吧。是您所谓废话，就是一种听起来好像很具体，实际上是很空洞的一种话。啊，它看起来好像讲到问题的症结了，实际上是在回避所有的答案。什么呀？所以这种话它听起来很流畅啊，但是它注定是要作废的。嗨，你把这演讲比赛当成废话练习场了？哦，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个练习场哦。啊，造就过多少人才啊？还真有啊，多少社会精英都是受过严格废话训练的。哦，您举个例。举个例子啊，您好比说啊，有一个部长，从部里面出来啊，记者们围上去访问。是，那部长，部长，这个问题全国都很关心，请您立刻表示一下意见吧。部长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切，本人也非常的关切，
我们已经联络会同了所有的专家学者，一定要研究拟定出一个非常妥善合适的办法跟措施，相信大家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完美而圆满的一个结果跟结局。这个部长，可不可以请您说的具体一点？我已经说得很具体了。部长，可不可以请您说的更具体一点？你刚刚毕业的啊？你新来的听不懂啊？我啊，哄，哄什么意思？上车走了。他到底说了什么了？这是一种用细密的文字跟反复的词句取胜的。哦，啊，这还不是最高境界。还不是最高境界，我都快糊涂了。你最高境界就不需要这么繁琐了。哦，怎么说？你好比说又有一个部长啊，从部里面出来，哎，记者们蜂拥而上啊。部长，部长，这个问题全国都很关心，您立刻表示一下意见好吗？部长怎么说？我想，他神志不清是吧？清楚得很。我想这个大家辛苦了啊，大家辛苦了啊。他到底说了什么呢？多明白啊。我想这个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他这么说话的啊？他回到家谁受得了啊？回家就不那么说话了。哦，可溜了。哦，有一天晚上部长很晚了还没休息呢，门铃声大作。部长怎么说呢？哎呀，又是大猫回来了，深更半夜老是不带钥匙，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这同一个人吗？爸爸这么大年纪还要帮你开门，明天一大早还要面对一大堆尖酸刻薄幼稚无知的记者。打开门一看，中央社记者。糟了。又来了。什么毛病啊你？那这家记者怎么采访啊？照样采访。这还写得出来吗？第二天还写了一篇专访。这写得出来吗？这题目叫《狼人在台北》。您倒是介绍一下你们这儿的演讲比赛啊？是怎么参加的？啊，我们这演讲比赛很复杂的。哦，不容易。你必须要先从自己班上开始。先把自己班上的同学课掉。然后再啪掉全校。再宰掉全区域啊，你就可以代表那个区域参加全国性大比赛。全国？我就参加过全国性大比赛啊。你说全国啊？哎，我以为你们应该说全省吧。全国怎么会全省呢？哎，你念过地理没有？你全国跟全省差别太大了啊。全国比赛你别说别的，你光是颁奖典礼就是教育部长亲自来颁奖的。是吗？而且部长在颁奖的时候，我告诉你，他还特别露一手让我们观摩观摩。各位小朋友，你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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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您倒是说一下你自己是怎么参加了演讲比赛的？是我那时候是小学六年级啊。哎呀，我好不容易征服了北区啊！啊，参加了全国性大比赛。你没看到台下2000多人看我们比，好紧张啊！大场面啊！好，那次是临上场前才能抽题的。临场抽题是比赛到4分半钟的时候，他会有一声铃响啊，告诉你说还有30秒了，赶快下结论。哎呀，那5分钟的时候还会有一声长铃啊，告诉你说时间到了，你再讲扣分。那可得留意喽。我那次是很幸运，我抽到最后一号。哦，我就可以观摩每一位小朋友上台的英勇姿态啊。他们都抽到些什么题目啊？算了，别提了。来，您说说看。这么多年，我回想起来还生气呢。什么题目啊？太不公平了，一个小朋友抽个什么题目？这实行新生活运动，你看，这你气什么呀？这我怎么不气？他给我讲多好呀！哦，我这不知道背过多少次这个题目了。我告诉你，我天天在过新生活，我说，我讲一定得高分的。行了。还另外一个小朋友更气人。哦，那小朋友抽了个题目叫什么？什么题目啊？什么如何保密防谍？你看。这你气什么呀？我羡慕死他了，他给我讲多好，我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哦，我最会保密，我最爱防谍了，我告诉你。好嘛，而且我还有绝招。还有绝招？我讲到必要的时候啊，哎，我就可以指着观众，我说，不是，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就凭这手势跟语气就可以加分了。那不是你那时候谁也分不出谁是匪谍吗？你穿这身衣服怪吓人的。您倒说你自己抽到什么题目了？哎呀，别提了，别提了。来来来来，说说说说。什么题目？那题目根本就是一个作文题目，它不能当演讲题目的嘛。什么题目这么难呢？什么题目？我最快乐的一件事。你看什么人？这多简单呢、啊。简单。你只要把你心里面最真实的感受给说出来，这不结了吗？真实的感受啊！啊，我跟你说，你演讲比赛的时候，你讲你真实的感受，那就是送死。啊，你就会看到所有的敌人坐在台下向你微笑，然后心里面想你完了吧。真实的感受，演讲比赛你说出来，你说出来怎么加分啊？你那怎么办呢？那就轮到我了。你还是得上台呀。是啊，我那时候我就深呼吸一口气呀，哎，上台，稳住，以不变应万变。好，上台的时候我先向着国父遗像慢慢的行一个礼，然后很有力的一个转身啊，对着那个评审老师先来一个标准的童军礼。好的开始。这时脑子里还一片空白呢。什么？把手慢慢放下。你说话呀。各位评审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我最快乐的一件事。这已经过了一分半钟了。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他从反面点题，有创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奠定了光明的基础。而在兴中会以及同盟会的努力之下，使我们终于完成了三七五减租土地改革的光荣使命。国父遗嘱里明白地表示，于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所以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戒务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所以我们要服从最高领袖，实行三民主义，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然而时代在考验着青年要创造时代，在这个乱世之中，我们怎么能够不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呢？匪谍自首，既往不咎，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只剩三十秒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积劳成疾，后来住进了北平的协和医院的五号病房的四号病床的三号睡衣旁边站两个人，他非常孤独。叮，时间到了。这就是我最快乐的一件事。完了。我看你真完了。回到学校之后，
学校怎么说你啊？全校同学警告我快点转学。丢人丢大了。不，你听完我们这个演讲比赛，你们那儿有演讲比赛吧？我们那儿有的。有。你们也重视这个语言的艺术？当然重视了，都是中国人嘛。是是是。你们演讲比赛跟我们一不一样呢？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么通常这个演讲比赛一场有几个人参加？保守的估计，每场大约8亿人参加。八亿，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是是，您这么说，我懂。那这么说，你们这个总冠军就可以当党主席了嘛，是吧？我们那位冠军同学姓毛。哎，是。亚军同学姓周。哎，对对对。后来那个败不复活的姓邓，是吧？哎，我们班的同学你都熟啊。哎，何止我熟，你看大伙儿都熟嘛，是吧？你们那个最早那个冠军是姓马嘛，是吧？后来那个姓烈嘛，中国人姓烈的还真不多啊。所以说，我们演讲比赛和你们演讲比赛不一样。那太不一样了。你们这儿还有个讲台，有个大礼堂什么的。是啊，我们那是随时随地临场抽题。哎，怎么说呢？你们演讲比赛可以输啊。哎，我们演讲比赛不能输的。对了对了，简单的说，我们生下来就为了一个字儿，斗。是斗争经验是吧？哎，我们都听说过一些斗争那个经验啊。不过在这儿没有办法实际体会那种感受。我没办法实际体会。那你在这儿你怎么实际体会呢，是吧？那这样子，现在我来斗你。你现在来斗我啊？让你实际体会一下。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好。现在我到你家来。哎，欢迎欢迎。哎，这就不用欢迎了。哎，这不能欢迎。你们家有些什么东西啊？我们家是这样啊，你一进门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电视机。是彩电。这话当然彩色的嘛。真棒啊。哎呀，这个酒柜好气派，都是洋酒啊。呵，这边还有一组沙发，豪华的很，意大利皮的啊。哎，这边还有一组。好了，可以了，够了。哎，够了。好的，那我呢？哎，我就哗叽里呱啦，我砸了电视，踹了酒柜，毁了沙发。你干什么你啊？没事。这叫开场白。开场白。来，您站这儿，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开场白也太可怕了吧。严同志。哎，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这话要怎么回答呀？照直说，照直说就好。哎，照直说，好吧，放轻松点。好的。哎，我这个人呢，还挺凭良心的啦。啊，啪！你打人呢？你看你穿着打扮，完全是封建主义压榨广大劳工的代表。你看你气色红润，毛满长肥，小走资营养过剩的样子，你怎么对得起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这废话背的比我们还多呀。那我这么说了。我这个人呢是坏透了。哎，啪，口是心非，言不由衷，见风转舵，油腔滑调，完全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软弱分子的代表。那我一半一半可以吧？啪，你这不要脸的修正主义分子，墙头草，两边倒，革命最怕你们这种意志不坚定的骑墙派。那我不说话可以了吧？啪，你怎么可以放弃你神圣的发言权利啊？敌我意识的矛盾，就人民内部的矛盾，你呀内心有矛盾。我矛盾是啪啪。你怎么啪？你怎么老打我不说话呀？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啊。啪啪。好了，我们那个时候逗人都这样的，没词了就是混时间的。什么呀？这叫先声夺人。先声夺人是吧？啊，你们演讲比赛就比这个。嘿嘿，那我也会了。你会了？哎，净骂人谁不会啊？哦，我现在来逗你可以吧？你逗我？哎，我现在逗你行吗？行。那他
太好了。我跟你说，白同志，你半夜在家里睡觉，我把你从床上拖起来逗的。哎呀，哎，对了，哎，这前面好像还有个什么开场白是吧？我就爱这开场白呀、啊。你家里有什么东西？你跟我说吧。我们家，哎，砸烂他吧这个。我们家徒四壁。怎么到你这儿便家徒四壁了？对不起您。那我就哗嚓噼里哗啦空中哗嚓。你怎么了？我在你们四壁上各撞一下，我说。委屈您了。没关系。你站这儿。我逗你。我好好逗逗你。白同志。是。白同志，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样啊？啊，啪！你怎么还打我呀？我问你啊，你进我们家门为什么没有先向墙上的毛主席的像请安呢？啊？哦，对不起对不起，你刚才没跟我讲，我不知道有这规矩啊。好，那我告诉你。嗯嗯。在文革的时候，嗯，我们一进一个房间呢，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毛主席的像挂哪儿，一定有吗？肯定有。哦，找到之后，嗯，就要说，首先，大伙一听这个话，嗯，跟触电一样，赶紧把毛语录拿到手上，啊，就跟着我念。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废话真多。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好了，再让对面的林副统帅，还有一个跟着我念。好的。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啪！你怎么还打我呀？你为什么多了毛主席一个？啊！你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啊？我，你要彻底检讨检讨。我有什么问题？我这是，哎呦，哎，那我问你，你刚才你在逗我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向毛泽东致敬啊？啪！毛主席的名字你随便叫啊？哎呦！好了，就算我错了，但是你没有向他致敬嘛？啪！已经认错，还有资格问我？那我没错。啪！刚刚认错，现在又不认错，哼！不要脸的修正主义分子，墙头草，两边倒，革命最怕你们这种意志不坚定的七枪派。老是这套结论呢？这叫语言的艺术。哎，现在为了警告广大的群众啊，我要处罚你。处罚我？我带你坐喷气式飞机。坐飞机好啊，好是吧？哎，下去！哎呀哎呀哎呀，你干什么？哎，这同志，你听着，哎，我自己来好不好？你自己来？啪！哼，要轰炸家的威风摆什么地方？不是，那我自杀好了，好不好？你自杀？啪！嗯，生命是宝贵的，可以随便结束吗？不是你，嗯，啪！你活着干什么？你我活着，啪！生活的目的什么？你说。生活，啪！生命的意义什么？你说。说，是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激起这生命。这哪一句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总统说的，你当然不知道。现在该我来问你了啊！我问你，青年守则第十条是什么？啊，不知道。啊，对呀。我再问你，有恒为什么之本？不知道。啊，对呀。台下800多人都知道，你不知道。啊，对呀。我再问你，3只鸡加5只兔子合起来有几只脚？这是不知道。啊，对呀。鸡兔同笼都不知道。哎呀，你怎么全都会了？怎么不会嘛？大伙儿都是中国人嘛。白谈严归下台鞠躬。中场休息10分钟。Test，Hello，Hello，OK。各位观众，小弟正传有一个新的消息要向各位报告。刚刚小弟在后台查老先生留下那个袋子里头，发现3样东西：查老先生留下一封信、一尊神像，还有这套衣服。查老先生在信上表示说，
他知道他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到这现场来演出了，他觉得非常抱歉。为了表示他的歉意，他决定把这一尊孝神像送给我们大家。这就是曹老先生亲自供奉的孝神。你们有没有看到这神像背后还背了一个大包袱？我是没有听过有孝神这个神呐、啊，也没有见过他有他的庙。不晓得是不是所有人在他庙里面抽完签就是一阵狂笑哈、哦，一大票人在庙里面烧香狂笑。曹老先生说，孝神是中国诸神里头最卑微的一个神，以前还有一点地位，这些年呐、啊，几乎是被大家遗忘了。中国人嘛，代代总是为了升官发财、娶妻生子的，谁会来求孝神呢？每年玉皇大帝在天上想请众神吃饭的时候，孝神要进南天门还被拦住。除了检查请帖验明身份之外，还要把他背后背的这个包袱抖开，看看有没有夹带非法武器。结果包袱一抖，大家都笑倒了，他才进得去。但是孝神进到大厅之后啊，他就被安排在距离主位最远、离门最近的那一桌，跟虾兵蟹将坐在一起，很看不起他。他远远看到那些风光的大神呢、啊，哇，观世音菩萨，哇，如来佛，也不敢过去敬酒。只能跟虾兵蟹将说说笑话，他随便讲了几个笑话，又逗那些虾兵蟹将，你扎我，我掐你，一架我死了好几个。结果他饭还没吃完，就被抓去坐牢了。这就是常老先生送给我们大家的孝神，我们感谢常老先生这份心意。常先生说，有了孝神在此，他就可以不必亲自出席了。我们待会儿啊，小弟会在后面找个适当的位置，把他孝神像供奉起来。我们只能感谢常老先生这份心意了。我们待会儿继续进行今天晚上的节目，谢谢大家。对了，各位看小弟穿这套衣服觉得怎么样啊？啊，像不像末代皇帝呀、啊？开玩笑，开玩笑。我们继续进行今天晚上的节目，谢谢大家。言归白谈，上台鞠躬。根据民意调查显示，政府诸多新措施当中最得民心的德政莫过于是开放两岸的交流啊。听说开放以来，台湾已经有40多万人回到内地去旅游和探亲，是吧？这个政策非常好。其实啊，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怎么叫多余呢？你政府不开放，人照样回去探亲嘛。什么道理？哦，你不知道啊？在过去好多年以来，已经有很多人都回去过了。这样啊？你有认得的吗？干嘛还认得呢？我跟您说，我父亲呢，在开放前5年，人家已然回去过了。他这叫偷跑。这怎么叫偷跑呢？偷跑就是说，你明知道过2天要开放了，你现在跑了。要不就赛跑的时候枪还没响你先跑了啊，是吧？这叫偷跑。是开放前5年就走了，怎么叫偷跑呢？是不是？那他这叫什么？他这叫那反攻大陆啊，个人式的反攻大陆，是吧？好，等政府等哪年？等2辈子也等不到，是吧？哎，你放心，我们这儿说反攻大陆它只是个名词，它不是动词啊。也不会是个进行式啊，未来式可能性也不大。可是我今天是冒着生命危险上台啊，笑的人也脱不了关系啊。照您这么说，哎，你的父亲真是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呢。也不是了，因为这件事情他非去做不可的。怎么说？我跟您这么说吧，对我父亲来说，过去的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干净的话，他就好像是某一种垃圾一样，懂吗？垃圾啊，因为他要面对太多过去的历史，要面对太多太多过去没有发生或者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积压在心里头久了，没有处理的话，就好像是心里的某种垃圾一样，你摆太久不行的了。那你父亲是怎么处理这些垃圾了？他是用速战速决的办法，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把它给扫了。怎么讲？我跟您这么解释吧。啊，四郎探母这出戏您熟吧？四郎探母啊，
那是说杨四郎在藩邦15年见不到家中老母，后来逮到机会克服万难，见了老母一面就走了，是吧？那是好戏呀、啊！四郎探母，我父亲自称是四郎探亲。令尊原来是个戏迷呀、啊，何止迷呀、啊？所有的评剧当中，他最爱的就是四郎探母了。那是一出感人的好戏呀、啊！何止感人呢、啊？每次在那文艺中心看四郎探母，不但要看得泪流满面，还要上台献花。啊，有这种规矩？哎，不是，那杨四郎不是每次探完了母之后要走出帐外吗？被家人纠缠成这个姿态，不是？是，就唱起来了。是，哆啦咯儿隆咚哩咯儿啦咯儿隆，杨四郎心中啊，死了道财呀。家父冲上台来献花了。你知不知道演员怎么办呢？是啊，演员如果接着花嘛，这戏就断了，是吧？是啊，你要不理他们，老先生站那儿直掉眼泪，不肯下去，那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下次文艺中心再演《四郎探母》，多派俩宪兵盯着我爸爸，行了。都认得出他吗？干嘛认不出啊？一个老先生眼泪汪汪的抱树花，就是他了嘛。每回唱到那儿都哭啊，何止到那儿啊，人家一进门撕完了票这就哭了。这是什么理由让你父亲对这出戏这么痴迷呀、啊、是因为我父亲他认为杨四郎啊是个悲剧英雄，是啊，跟他自个儿的身世很像。哦，所以他心里面想，既然是活在这个注定是悲剧的时代里头啊，他就要他悲到底呀、啊、这样悲到底他就不叫悲了，叫什么？叫美了，是吧？哦，这么说的。哎，哎，您倒说，您的家乡啊，还有些什么人在啊？哎呦，家里头没剩什么人了。啊，爸爸在家里是排行老四，难怪他这么认同四郎啊。家里头还有他的老母，就是我奶奶啊，90多了还在哦。哦，还有他弟弟，就是我五叔。嗯，还有他的法妻，就是我大娘。大陆上还有老婆，他们还生了个儿子，就是我大哥。哦。才剩下我大哥18天就出门了，没再回去过。里边还有这么段悲惨的情节啊！哎，这才叫美啊，还叫这个美啊？不是你，要不然你跟同事比比看，你说哪个比他惨呢？多风光啊！还有人比惨呢？你看，不，你是这样一个时代，你就比这样一些事情吗？哦，我就经常看到一些老先生在我们家比来比去的，还真有啊。那个说，哎呀，当年我要不是什么什么的话，我就不会干嘛干嘛了。你那没什么，我本来是什么什么，所以就没怎么怎么。一看到我爸爸来，都不说话了，个个肃然起敬啊。您老，您上座好吗？心中还带着3分嫉妒。你别比了，美不美啊？没，哎，您上座吧。不，我上座干什么？哎，您倒是介绍一下，你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回去的？是，当初在刚来台湾的头20年呢，两边都不准通信，不是？哎，是，两边都不是人。啊，后来到了民国60几年的时候，那边可以通信了。是喽，那边就成人了。什么呀？后来我父亲就拿出了杨四郎冒险犯难的精神，托朋友从美国辗转把这信寄回老家去。那个时候这是唯一的办法了，是吧？啊，有一回我父亲请老长官到我们家来吃饭，两个人在酒酣耳热之际啊，老长官就对我父亲说，老严呢、啊、听说你最近往家里头写信啊，会不会他那个什么了点啊？关心呢。爸爸一听这话，啪嗒一拍桌子说，报老长官，我现在往家里头写信，一不是想通情报，二不是想升官发财，我反对的是共产党，不是我妈妈呀。老长官一听的话，啪嗒一拍桌子说，好，这才是男子汉，就当我没问。两个人哭出就喝了一杯，痛快。一会儿跟我老长官不放心，就叮咛着我父亲说，你现在写信回去到底是敏感一点啊，千万别给自己找什么麻烦呢。爸爸一听的话，啪嗒一拍桌子说，报老长官，现在有谁能让我回去见我娘一面，就算当场把我给枪毙了，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老长官一听这话，啪嗒一拍桌子说，好，这才是人，就当我没说。两个人哭出又喝了一杯，真够意思。爸爸一听这话，劲头就来了。哦，您既然那么说的话，那我下个月我就找个机会回去一趟哦。
你回去就当我没看到。两个人哭出又喝一杯，非常谅解。老长官转身走到门口要回去的时候，还对我父亲说：“老严呐，就当我今天没来了。”好一番袍泽之情啊！爸爸第二天就去办户口誊本了。老先生要上路了。我跟您说，他这一辈子就从来没出过国，是第一次出国，就是为了回国。这什么文法呀？不是你这什么时代呀？哦，是俩礼拜之后护照办下来了。哎，你看老先生一个人很兴奋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呢。他成花木兰了。他这时候只求愿借名驮千里足，送儿回故乡。老先生要上路了。那天是三月初四，是阴，偶阵雨。我父亲起了个大清早，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了。啊，本来说我要到机场去送他一下的，老人家出国送送应该的，是吧？太应该了嘛！啊，可是他就是不肯。怎么了？他坚持要在这个清晨的细雨当中，独自走完这条漫长的归乡路，目宿黄河边。这背到底没感觉出来了，这您就懂了。啊，这叫背到最高点，心中有四郎啊。还有词儿啊？后来呢？后来他就转身整理那大包小包的行李的时候，哎，掉出来两个橘子。哦，因为父亲是个胖子，弯下腰去自然困难些。我看着他的背影，心中非常……行了，你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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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成朱自清了。你还没说你老家在什么地方啊？是我们老家在河南省孟县前窑村。哦，他附近最大的一个城市是洛阳。那很方便了，嗯，可以从广州直飞洛阳，很方便是吧？是啊，我告诉您，过程才曲折呢。怎么了？老先生不是六点多钟就出门了吗？啊，中午十一点多就该到香港了吧？是。到了香港之后，马不停蹄的先去办返乡证，哦，以为很复杂，结果很方便。哦，办完了之后就直奔国际电话局，先打一通长途电话回河南老家五叔上班的地方，先通知一声，是吧？好，一会儿功夫电话通了，嗯，五叔来接的。哦，爸爸拿起电话就说：“喂，老五吗？我是四哥。”五叔一听这电话，大吃一惊啊！啊，四哥，四哥，四哥，你不要说话，我现在人在香港，我明天就可以到家了。四哥，四哥，四哥，你不要说话，我这次回来时间很短，现在回去又很敏感。我只想见我们自个儿家人，不想见任何外人，你懂吗？四哥，四哥，四哥，你不要说话，记住，明天中午十二点，洛阳机场不见不散。啪嗒，挂了，挂上了。就听到五叔在那儿，四哥，四哥，哎，怎么还有声啊？老先生脑海里的回音啊！嗨，电话拿起来，啪嗒再一挂，这就安静了。这什么习惯呢？好，也没有心情看看香港，嗯，也没有吃中饭，哦。拿着行李就直奔九龙火车站，买了张车票上火车直奔广州。这时候开始紧张了。紧张什么？进入匪区了。有这么可怕吗？我说你，他当年曾经参加过那徐蚌会战，今天单枪匹马赶回去，万一被共匪抓去劳改，你失踪三年也没人知道。我告诉你，想得太严重了。你不了解共产党啊。好不容易这火车就挨到了广州了，在广州过海关的时候啊，没想到海关先生非常客气。是吗？哎呀，老先生，您是从台湾来的，稀客稀客啊，多少年没回来了是吧？欢迎欢迎，来抽根烟吧。你看多客气啊。爸爸连理都不想理他。干嘛呀？他这时候只想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不嬉皮笑脸。他生了四坚持了。那海关先生空空盖了个章，老先生您请吧。过关了。爸爸拿着行李走出了广州车站，眼睛看着大路，心里头非常空虚啊。怎么了？他好想在那个原地啊啪嗒来一个跟斗。干嘛吓人呢？哎，那杨四郎不是在返回宋营的时候啪嗒摔了一跤翻了个跟斗吗？那是个绊马索啊。他就想来这么一招啊。嗨，老先生潜意识发作了。来不得呀。是吗？拿着行李自言自语的对大路说了一声，我来了，冲！呵，直冲广州机场柜台买飞机票。买不到。为什么？客满。那怎么办？直飞上海。上海？上海第二天有班机直飞洛阳，也是个办法。办不成。
又客满，人数不够，不飞。有这样的事儿？那就得问您了。他就是心里头急呀 啊！突然间想到，哎，平常听说你们那儿流行走后门，不是？啊！老先生一下子心直口快，不加思索就问：哎，你们这后门怎么走？你们后门怎么走？后门怎么走？没这么问的。人家说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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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嗨！老先生就拿着行李就走走走走走，咦，怎么走出机场了呢？老先生太心急了。不是你，他要准时去赴这个约会啊。是啊。好，改搭火车。改搭火车。当天晚上就买了一张软卧的票，上了直发乌鲁木齐的夜车，往新疆了。第二天中午可以经过洛阳，中途可以下车。上了车之后，长夜漫漫啊，老先生一宿辗转难眠，想家了。不是，因为火车正开进了他年轻时候的战场。哦，这个车要从蚌埠到徐州，哎，一幕一幕的战场画面从脑海里飘过，好像他年轻时候的战友都走出来似的。直到黎明时分，他才从杂梦中惊醒。往窗外一看，那太阳竟然照在黄淮平原上面。目的地快到了。爸爸一个人靠着车窗思前急后，想到老长官说的“男子汉”三个字，不禁掉下泪来。伤心难过了。好不容易这火车开到洛阳了。要到了。进了车站，爸爸往窗外一看，已经可以看到他一些熟悉的房子跟街道了啊。他知道他要准备迎接着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约会了，是拿着行李走出站，叫辆计程车，上车就对司机说：“冲！”冲哪儿啊？洛阳机场。你说清楚啊！这老先生，洛阳机场现在没班机啊。你不管，你冲！一看老先生手上拿着一张100块人民币啊，那心想那就冲吧啊！管他是哪儿来的傻瓜呢，嘿，恨不得把那油的给冲出来，唰，蹦就到了机场了。这么快？机场一看，果然就只剩下一个人影啊。老先生提溜着行李慢慢走上前去，他在那人背后就端详了半天呢。他心想说，这个人他这么瘦小，不可能是我五弟吧？不敢认了。好，走到前头去让那个人认认。对，就那个人看了半天就说：“哎，这个人他这么肥胖，他不可能是我四哥吧？”啊！爸爸这时候忍无可忍了 啊，干脆就指他脸就说：“是你吗？”有这么问的吗？就看那个人说：“四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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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了。”兄弟俩就这么相认了。是啊，在那空荡荡的机场大厅啊，就看到两个老男人抱在一块耳鬓厮磨呀，激动啊。是吗？五叔正说着：“四哥，四哥，四哥，你不要说话，带我回家。”“四哥，四哥，四哥，你不要说话，我不要在外头浪费时间。”“四哥，四哥，四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他到底要说什么呀？”就在这空荡荡的机场大厅啊，我五叔说了件重大的消息。重大的消息，四哥，有件事儿一直就不敢跟您说，现在又不说不行了。什么事儿啊？就是娘两年以前过去了。有这么大伤心事儿？就听到机场大厅里头，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还回音呢。我父亲一听，半天说不出话，一个人冲进厕所待了半钟头。可以想象，出来之后就说：“回去，回去，回台北，回台北。”五叔一听，巴他就说：“你不能回去，你不能回去，你这么多年没回来，马上就回去了，怎么行呢？”“那是啊。”爸爸一听这话，啪嚓又冲进厕所，又待了半个钟头。又干嘛？他这时候心里头想说：“哎，如果说他现在就回去了，那当然就是背到底了。是。可是如果他见见自个儿的妻子，见见自个儿的儿子的话。”也是背到底了，这您就懂了啊。他那固执的个性，在这一刹那把这一生当中的轻重缓急都想通了。哦，正好这五叔在门外头催呢：“四哥，您出来吧，天都快黑了，咱们一块回去吧。”“那是啊。”就听到老四郎在厕所里头唱起来了，唱起来了。大大把汤汤汤汤汤的令堂，公职去到金披肩，不由本宫喜新鲜。站立宫门，吧，门开了，叫嚣翻，五弟，拿起行李，咱们回家。好，冲！
出来的，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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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藏。你快回家吧，你。兄弟俩拿起行李，叫辆三轮板车就直返家园呢。要回家了。在路上，我五叔就问我爸爸说：“四哥，您这趟回家来是打算要住多久啊？”“多久啊？”“明儿一大早我就得赶走。”“啊？”“四哥，四哥，四哥，你别说话。”“什么意思啊？”我爸爸就紧紧地抓着我五叔的手，很坚强又很脆弱地跟他说：“我这次真的就只能回来一天，希望你能够了解。”这感觉还真难了解。又过了一会儿，父亲不放心，就问五叔说：“这次回家来的事情没有对外声张吧？”“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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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功夫，三轮板车一个转弯，到了咱家门口。你一看呢？安静的田园，儿时的回忆呀、啊。什么呀？满坑满谷的人呢、啊？啊？还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呢、哦？哦，那骑脚踏车两三个钟点地方的人都来了。呵，爸爸一看，心头一紧，一瞪五叔就说：“不是跟你说过别对外声张吗？怎么那么多人呢？”“我也没声张啊，我不声张的，电信局会声张啊。”“啊？”“昨儿中午咱们通过电话之后的消息就走开了。”“嘿，那大伙儿都要看看那台湾来的人长什么样啊。”“这多新鲜呢、啊！”“好，既来之则安之啊。”“啊！”下了车，过了人群，到了自个儿家门口，由上往下一看，啊，竟然跟自个儿梦里面的场景一模一样。日有所思啊。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也都好像在梦里面一样一一排练过。有哪些事儿啊？你说像族人寒暄呢、啊、像祖先磕头啊，给个红包啊，送送礼物啊，摸摸小孩啊。他常常想起这些。爸爸看着家人就哭了。是。家里头人也都哭了。啊。旁边站的人都哭了。嗨。在那个大伙儿那哭哭啼啼的时候啊，我五叔的媳妇儿拿出来一条黄黄的毛巾递到他面前。给他擦脸呢。啊，谢谢，我不想吃饼。什么这毛巾啊！一会儿功夫，我五婶儿 啊，真的烤得了一张软软的饼，递到他面前。那快吃了吧。老先生说：“谢谢，我不想擦脸。”这老先生哭迷糊了。稍事休息之后啊，父亲提议要到我奶奶的坟上去祭坟去。这大半夜呢，这话不说还好啊，一说呀，那门口那一大堆人，他们都要跟去看呢。人家祭坟有什么好看的？是祭坟是没什么好看的。可是从台湾来的人祭坟，这就可能好看呢。啊，那就一块儿去吧。嗨，你没看着那三月天的麦田呢，就被这么多人拿着火把摸着黑给踩得了乱七八糟的，糟蹋的。好不容易到了我奶奶坟上，要祭坟了。哎，七十多岁老先生，二话不说跪下去磕头，放声大哭，痛心啊。哭的人家在把他扶起来，他站那儿哭的，真伤心了。大伙儿看了都非常满意。什么？我父亲应观众要求，这又磕一次头。这是什么想法啊？不是你，因为这是祖坟啊，坟上又没有碑哦，所以你分不清楚谁是谁的哦。五叔就一一介绍，说是啊，这是谁的？那爷爷的，老爷爷的，高爷爷那谁那谁的啊？都介绍完了，旁边一个坟就落下没管哦。爸爸看到了。就说：“哎，那个不新不旧的坟，那是谁的？”啊，五叔不敢回答。啊，这正想再追问呢，哎，旁边一个小孩搭腔了：“哦，那是给你准备的呀。”爸爸不敢相信呢。啊，这正想再问呢，五叔就连忙解释了：“啊，四哥，这您前一阵子不是老没回家来吗？我们想您大概就给您准备了。”真周到啊。爸爸自个儿看着自个儿的坟呢，啊，心里面感触良多呀。是吗？好，这在回家的路上，他又唱起评剧来了。又是四郎探母？不，这回唱的是乌盆记。啊，乌盆啊，乌盆啊！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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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这后来呢？后来到家了。啊，在家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父亲要求清场。干嘛清场啊？哎，他要跟自个儿家人聚一聚了吧？哦，是。这时候只留下我大哥、我五叔、我大娘，都是最亲的人。爸爸拿出一瓶 XO， 给他们一一对上，然后拿着杯子对大家就说：“
咱们就敬这32年吧。说得好，喝了。兰口有对我五叔跟大娘说，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讲不完。是。我现在就只能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什么事儿啊？哎，要下跪呀、啊！就在一刹那，三个人一个箭步，蹭上来就把他给接着了。不给他跪！我大娘说：“我们也没做什么，我们没做什么，我们就是过日子嘛。”我爸说：“我想表示表示，你们为什么拦着我？”就趁我大娘手那么一松，啪嗒往下再一滑，跪成了，差2公分，人整个被端起来了。好、啊，正好端成这个姿势，这是四郎探母剧照嘛？好。心里好难过呀！啊，他心想：我这么多年没有回来，我没有孝顺老母，你们代劳了，我向你们表示表示，你们拦着我干什么？我不是白来了吗？急中生智啊！说：哎哎，你们看那儿那个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什么呀？那三个人转头那一刹那啊，老先生使劲往外一滑呀，跪成了，跪成了，哎，心里舒坦了，心里头呕死了。怎么了？老先生用力过猛，一个滑垒跪到门外头去了。抬头一看，那一大堆人还站那儿呢，那些人还没走啊。爸心想：这真是你们真不白等啊。什么想法啊？把这门关上怪不好意思的。回到屋来跟家人好好的再聚了一会儿之后，父亲要求再清一次场。干嘛又清场啊？要求跟我大娘在黎明之前独处一阵子。这是什么样的画面啊？两位老人家在小灯泡光还有祖先牌位的小烛光前面彼此相望。我父亲想从我大娘脸上试图找寻一些过去时光的影子，一些年轻时候的欢乐。已经很美了，仿佛是掉到那个时光的滞留当中。也不晓得过了多少时间，多少往事从我大娘脸上走过。阳光、麦田、笑声更美了。可是当鸡鸣声一起，全部画面突然消失，天光乍现。我父亲一看一惊：哇，怎么了？真老啊。他想他自个儿是不是也这么老了，这情绪打结了。何止打结，趁天还没亮他得赶走啊。赶哪儿去？赶回台北啊。干嘛这么急啊？就趁着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最后一下子，紧紧地搂着自个儿的家人，掉着眼泪就说：我现在必须要赶回去，等将来咱们中国统一了，我一定赶回来。说完这话冲出去就不回头了。干嘛不回头啊？不敢回头啊。他不愿让别人看到他那个扭曲的表情，挤过人群上了车，当下就直奔洛阳机场，当天晚上就从香港返回台北。这么神速啊！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父亲才进了台北的家门。啊，那时候我们正在家里面看电视呢。一看爸爸回来，我大吃一惊啊！前后才3天呢。您没看到那整个人呢，好像是瘦了一圈似的。啊，那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很轻松，又好像是很沉重。怎么说？哎，他把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给办完了。那就好了。可这么一来，他就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了。这感觉还真难形容。我当时就一直想跟他找话说。我想用一句话就问出他当时的感受。是。后来我想到了。你怎么问？我说：爸，美不美啊？他怎么说？老先生想了一想，点了个头，进了房间了。刚才听您说完这段四郎的故事，哎，让我感觉非常温馨。是吗？好像两岸的我们呢，哎，已经可以互相伸出双手，哎，大家在一起聊聊天，一块儿喝喝茶，一起吃点小菜，哎，一同说段相声，
甚至于一起组个政府啊。说说您又不大对劲儿了，啊？怎么说呢？我跟您这么说吧，你什么时候看过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合组过一个政府过来？哎，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血拼一场之后，谁胜谁就是政府，是吧？嗯，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道理呢？是吧？是吗？啊，寇者不服气的话啊，还可以称胜者为匪啊？你在说谁呀、啊？不管怎么说，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两府，这道理我们大伙儿都懂啊。这我知道，是吧？你合组一个政府，那不是让江湖人笑话吗？哦，您不要说别的了，你光说国号问题你就解决不了了。既然是合组啊，那就把双方名字写在一起，合并起来不结了吗？合并起来成什么样了？挺好听的。怎么好听法啊？中华人民共和中华民国。你再来一遍。中华人民共和中华民国，亏您想得出来呀！ 啊您别说别的了，嗯，你光先后排名你就要引起争议了，是吧？那好啊，以后在公开场合，哎，我念前半段的时候，嗯，你把手放前边，稍哎稍息啊。我念后半段呢，你把手放下来立正。这样，哎，我懂了，您来一遍。好。中华人民共和中华民国，听好吗？不行了，不行了！哦，你不能再想这些旧名词了。哦，想点新的，中性一点的，它不得罪任何人，也不影射任何人的，是吧？哦，啊，那你说一个，我说一个，你说个我听听看。我说个听听看啊，这个，你说嘛？你看这中华蓝白怎么样？啊！国际性大比赛，拉拉队很方便。那好了好了，蓝队加油，蓝队加油！好，对。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能在一起是，可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期望。哎，我们今天要是能想出个好名字来，嗯，那可是替中国人提供了最好的服务了。服务是吧？啊，那你叫这中华联合服务中心，你看怎么样？你再摆个柜台，大伙排队挂号，是不是？我说难弄嘛，是吧？嗨，您别说国号问题了啊，国旗怎么设计也没人知道。哟，是吧？这我倒没想过啊！你先画一个我们这儿的青天白日大太阳啊，上面再绣你们五个小星星。你看过这种自然景观没有？星星都被太阳吃掉了。那好啊，来画一个地平线，画个地平线，让你们的那个小白日呢，哎，从满地红当中露个小头出来，上边也可以画五星了，下边也可以画大镰刀。我说你等啊！我问您，他这小白日这小头啊，啊，它是往上升啊，还是往下降？这什么差别啊？差别太大了。它要往上升，日出，那你们就完了。啊！它要日落，那我们就毁了吧。让太阳静止不动好了，那全世界都完了啊！这半边烫死了，那半边冻死了，是吧？那我们中国人国旗还不能乱改呀、啊！哦，你改不好，害死全世界的，赔不起了。我告诉你啊，其实我们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啊，哎，我们还得面对一个更敏感的问题。还有什么敏感的问题啊？合组政府之后，嗯，谁当家呀？哎，这有什么好敏感的呢？嗯、当然是我们当家嘛！你当家，你想干什么你？我告诉你啊，哎，我们那边一大片土地，嗯，你人生地不熟的，你怎么当家呀？谁人生地不熟 啊？我告诉你，我从小地理背的滚瓜烂熟的。我告诉你啊，你的地理已经变成历史了。那我历史也背得很熟的。你的历史已经变成小说了。我有个堂哥，他是写科幻小说，他很进步。他是你得了吧，你就这么想当家呀？谁不想当家嘛？我跟你讲啊，我这么跟你说话，嗯，我还怪不出味儿。干嘛怪不出味儿啊？我们干嘛国旗国号还分一半位置给你们呢？啊，按照整个人口跟土地分配啊，在我们的红旗上边啊分一小底儿放里面的小白日，已经很客气了。你怎么这么讲话呢？你不要激动。我不激动，我很冷静啊。你这叫冷静吗？我冷静的时候就这样吧。我说，
我跟你讲啊，我把你们那2000万人放到我们那儿，穿上我们制服，脸都不要扎一下，全消失了。干什么？我们成了即溶奶粉了。哎，就是了。我告诉你，别你也不要太拽。干什么？你不想看？要不平常我们给你们点零用钱，你们日子怎么过的？好啊，你把话说成到这儿来了。你们当初窃据大陆的时候，为什么不先通知我们一声啊？你们走了就干什么？带着金银财宝、故宫文物啊？哪出门不带点钱呢？你这。你三大件五小件不都是钱吗？你这开工厂，你为什么打开看？钱人不多少，你这多少？你先立着打开看好不好？钱，你看看你们两个中国人，站在一个舞台上面，两个小时不到就吵起来了，一点沟通能力都没有，一点共识都没有，你们两个什么样子？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我中立啊，我家住在中立。你看。不是我问你们，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要谈嘛？没有诚意谈拉倒算了，大家回家去嘛，回家去嘛，不要谈的嘛。当然有诚意呀、啊！有诚意是吧？怎么没有呢？那你们和谐一点嘛！你们要知道，你们谈的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能够达成共识，是替所有的中国人造福啊！是。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谈好一件事情，就必须大家都要跳开来看。跳开来看，对，我们要舍弃己利，让我们立足平等，我们要试着在更早的一个基础上面找个共识，更早的基础。他说的对，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吧，当作大家都是一家人，很多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说得好，一家人，一家人是吗？我们要摒弃私见，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对吗？我们要是能在一块儿，没有人能阻止得了。至于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我们要拆除心中私欲造成的围墙啊，重新再耕耘出一个新的乐园。对，好，让我们还记得礼貌，让大家还懂得关怀，让我们住一个最淳朴的四合院，哎，有苍翠的山丘为伴，有四时的花朵常开，门前的小溪诉说着祖先的故事，檐下的燕子歌颂着美好的未来。挺好的，那给他取个名字吧。取个名字就叫他大同之家吧。大同之家，大同之家是谁都可以来住，哎，不管你是穷苦的叫花子，还是油腻的有钱人。一样欢迎，不管你是文盲还是博士，一样礼遇。你假如失忆呢？那我们特别辅导。你假如是残障呢？特别照料，让大家无忧无虑地住在美丽的四合院中，享受温暖的关切。哎，大家一块儿分工合作，各展所长。对，大清早起来了，我先扫地，我来浇花，我打太极，我练瑜伽，我喂小鱼，我喂小虾，我啃烧饼，我喝豆花。嗯。吃饱早饭，咱们下田去为大伙干活。哎，你翻土我拔草，好，你播种我施肥，嗯，你除虫我除害，可以，你割稻子我打麦，又是个大丰收，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庆祝庆祝。我扎纸船，我编花篮，我踩高跷，我走旱船，我翻跟斗，我跌落汉，我演大戏，我吹南管，我唱花脸，我办花袋了。逢年过节更热闹了，哎，你要是清明扫墓，我就向祖先磕头；你要包粽子，我就划龙舟；你要是织布仙女，我就天上放牛；你吃月饼，我赏中秋；你重阳登高，我就上山郊游；你腊八喝粥，我尾牙喝酒；你万象更新，我就大地春回喽。哎，年三十晚上大伙团圆吃饺子，哎，你和馅我和面，你包饺子我擀皮，你拿酱油我拿醋，你拿大蒜我拿葱。好，饺子起锅之后，你吃一个，我吃两个，你吃三个，我吃四个，你吃五个，我吃十个，你吃一盘，我吃一锅。全给你吃完了，没关系，吃完之后再煮吧。嗯，好。然后你吃一个，我吃两个，你三个，我吃四个，你吃五个，我吃十个，你吃一盘，我又吃一锅，又给你吃完了。这是日日好日，年年好年呐。那要是日子不好过呢？那没关系，要是心情不好，我给你唱小调；你身子不灵，我给你煎汤熬药；你腰酸背疼，我给你揉腿捶腰；你生活绝望，我告诉你世界奇妙。咱们虚心的接受大自然给我们的教诲。吸阳刚之气，我想月光之美；你观万兽争奇，我赏群芳斗艳；你云游千山百岳，我傲视五湖名川；你静听万籁俱寂，我静观万物毁灭。毁灭干什么呀？
万一大难平地起，咱们大同之家给外人欺负了，那没关系，咱们一块上战场，并肩作战，保卫家乡。哎，我来瞭望，你站岗。好，你挖坑道，我筑墙。你披挂上阵，我全副武装。你匍匐前进，我剪断铁网。你冲锋陷阵，我纵横沙场。你挨饿受冻，我供应军粮。你体力不支，我扶你靠墙。你昏迷不醒，我帮你领饷。好，我不会乱花。敌人来了，敌人来了怎么办呢？敌人来了，你装子弹，我上膛；你来瞄准，我开枪；你去冲锋，我彷徨；你流血了，我受伤。那怎么办呢？你喊救命，我喊娘；你等担架，我等床；你被俘虏，我投降；你被打死了，我阵亡。都死了还什么差别啊？差别太大了，你下地狱，我上天堂啊！你上天堂不会拉我一把？拉你一把，俩人一块上天堂，一块上天堂。嘿嘿，干什么呢？上天堂嘛，就包饺子吃吧。哎，好，你和馅儿，我和面，你包饺子，我擀。哎哎哎，行了，又要占人便宜了。这回不一样啊！这回饺子起锅之后，我吃一个，你吃两个。好，然后我吃三个，你四个；我吃五个，你十个；我吃一盘，你吃一锅，撑死你个王八蛋的，又得下地狱。你好嘛，你看这小子，好，来生不重要，来生不要管他了。哎，让我们珍重此刻，好好计划计划吧。是，哎，没想到我们谈的这么成功，这么愉快和谐啊。是啊，大快人心，大出意外。哎呀，哎，那我们怎么样推动我们这个计划呢？那要不要把我们这谈判心得，你就写成一个报告，我们呈报上级啊？哎，打好字，装好信封，做成详细报告。不要忘了封面上还有四个大字啊，大同之家。呈报双方上级。哎，进去之后，双方上级高高在上，咱们把报告呈上去，请他们过目。他们看完了之后呢？他们看完了之后，把报告慢慢放下，脸上露出咪咪的微笑。赞同了。你精神错乱，你造谣生事，你异想天开，你心理变态，你胡天，你胡地，你狂言，你乱语，你神经，你歇心，你歇思，你的理。不过呢，谈判中有心得，上级只是一时难以表态，你们先回去，静候佳音，肯定会给你们理想的报偿。那回去之后会怎么样呢？回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会发生什么事儿？你上吊，我发疯；你被埋了，我失踪。言归白谈，下不了台，鞠不了躬。我说白兄啊，哎，咱们今儿晚上讲了这么多，这孝神在旁边听了不知道什么感觉啊。他呀，啊，他到底听得懂听不懂我们在说些什么呀？他年岁已高啊，又耳目失聪，这些年又没人供奉，我想他听不懂了。听不懂了，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孝神看起来好像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哟。我告诉你，他有多老？嗯，他是从战国时代的一个古墓里挖出来的。啊，从墓里面挖出来的？啊，有人干这种事啊？那是我们大陆上所有新兴行业当中成长最快的一个行业。挖坟墓啊？啊，有句顺口溜你没听过啊？啊，要做万元户，快快去挖墓。这样子啊？哎，那你那个坟墓都怎么个挖法？只要你感觉到附近有古墓啊，那就全村同志集合起来一起去挖。哼，还都是半夜，大伙儿踮了脚，扛了锹，一声不响的上坟去了。真团结啊。哎，中国人团结事儿可不多。啊，是啊是。哎，你们这儿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哎，我们呢？哎，啊，我们在台湾是绝对不干这种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没有古墓嘛。这么说的。哎，那你们那些古墓真的找得到吗？你听我讲，光是山西省襄汾县就有500余座汉代古墓被盗光，哦，被挖得空空的，空空的，空屋子你看过没有？有，就是那个样。哎呦，挖完之后还留一块牌子，给谁呀？给考古学家。上面写什么呢？
此地无汉代古墓503座。废话嘛，挖光了当然没有了嘛。隔壁还有一个牌子，写什么？西村王麻子可没挖。多明白呀。合着你明白了，所有文物贩子都明白该到哪儿去找货了。到哪儿去啊？大伙冲到西村王麻子家门口。好找吗？太好找了，一到西村，你看到有一个人穿个金缕衣在那逛来逛去，那就王麻子。那不危险呐？危险什么？全村人没人稀罕。为什么没人稀罕呢？你看王麻子家隔壁的老齐坐在一个汉朝的龙头椅上乘凉啊，旁边他小孩拿了一串五铢钱在那打鸟啊。哎呦，过了一会儿，你看二兔子驾了个汉朝单人马车，哗啦啦啦就冲过来，手上拿了个白玉孔雀灯，干嘛呢？他就找王麻子换将军盔甲去。何止还想配一套啊，这才帅嘛。那你们那儿成为汉朝的民俗村子了？可不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全村人都出来摆地摊了，卖文物，个个穿着汉朝的衣服啊，配着汉代的配件，呵，奏着汉代的音乐啊，用汉朝的大铜鼎炒汉代的菜，还有汉代的菜。嗯，你说的是什么？啊，蚯蚓炒树叶。太难吃了。可好吃了啊，吃完两天不敢张口。为什么呢？怕味儿跑了。哦，我还有个朋友吃完一个礼拜不敢张口。他也怕味儿跑了吗？他怕蚯蚓跑了。太夸张了，那你们那儿公开买卖文物就没人管呢？管呢，这公安局知道消息了啊，就派了处长、科长、科员、书记5个人，嗯，骑了5个脚踏车，五星帽压着滴滴的，神情严肃的去找村长。哦，严重。他们和村长密谈了2钟头，逮住了，然后呢？走了。走了。取得谅解了。啊？排成一列，走了。没事了。唯一的不同是，走的时候5个人换了5顶帽子。换了5顶帽子。公侯伯子男，1人1顶。这是什么景象啊？这景象也维持不了2天。为什么呢？到第3天呢，日本人知道消息了啊，把整个村子给买走了。哎呀，就看王麻子啊，披个床单，穿个内裤，在那送客呀。日本人太狠了。所以说，他们全村个个都成了万元户。这生意也太好做了。这股份挖完了就得挖新的了。新的也挖吗？货源不能缺呀，你别的东西没了，你自己家祖坟还在吧？可是你挖自己祖先的坟还得快，要不然别人会先下手啊。那不别扭啊？还好我们那儿跟祖先都挺有默契的。还有默契？哎，你那挖呀，挖到认识的啊，就赶紧磕个头打个招呼，就说五爷五奶奶，现今年月不好，您庇佑子孙，功德无量啊。那要是挖到不认识的呢？哎呦，您出来透透气儿吧，里头怪闷的。反正都是一家人嘛，肥水不落外人田嘛。我今天要是不来挖你呀，你明天就给人挖了。挖。严大哥，哎，你怎么那么清楚啊？我去做过这种事儿。你做过这种事儿？我包过 case。你还包过个 case？ 我就是跟他，我们两个一块完成了一个这个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啊。那是。是什么呀？你说那个墓啊？啊。哦，那个墓它太奇特了。那个墓我们听说了很久了。要挖过很多道的新坟才能挖得到它。哎。哦，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往下挖呀，挖过一层一层又一层的祖坟呐。对，你就看到一层一层又一层的祖先呐，你挖的越深的祖先越多呀，挖着挖着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会不好意思呢？人家安安静静躺那儿，你把他吵醒了，怪不好意思是吧？哦，我们好像走到火车厢的软卧铺来了。哎，怎么会像火车的软卧呢？哎，他们一层一层不躺在那儿吗？啊，我们好像是来查票的。哎啊。我就查到一个祖先，他还说我可是买到终点站的啊。哦，你看。好，够了，再往下挖吧。再往下挖，又挖到一层一层的祖坟啊。哎，哦，又是静静的躺在那儿。哦，不，这回不是静静躺那儿了。他不是躺着。嗯，这回是趴在那儿。他趴着葬啊？我是。他为什么趴着葬啊？那我怎么知道？他从小习惯趴着睡吧。他趴什么呢？
再往下挖吧。再往下挖呢，我们竟然挖到一个倒立的，哎，他直通通的插在土里头蹭。倒立的，他跳水啊，他跳水会跳到土里头去吗？哎，他为什么在土里头倒立呢？你听过我们中国法术里有一种叫土遁的没有？土遁，哎，他就是练土遁的。那他为什么遁进去他不遁出来啊？那他遁到这儿，他法术失灵了，可以吧？失灵了。汽车抛锚你听过没有？有啊。啊，他就在这儿抛锚了嘛。这抛锚之后他还没有忘记照顾后人。他怎么样照顾后人？他用手啊刻了一行字。什么字？他画个箭头，往长安28里。别管他了，再往下挖呢？再往下挖全乱了。就看躺的躺，趴的趴，倒立的倒立，是翻滚的翻滚，挖的乱七八糟的，越深越乱。哎，为什么他们这一群乱七八糟的？那不知道，那大概是这个地壳变动了，半夜零检给搞的吧？什么呀，那是？谁这个时候半夜零检吧？再往下挖，挖，再往下挖，挖到五花泥，又挖到松土，挖到鹅卵石、青高泥、白高泥、木炭、木炭。挖完了木炭之后，就挖到了，挖到了，唰，地上突然冒出一股黄色的气来。为什么还冒气啊？那臭气熏天的，辣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俩躲开，我丢过去一个火把，哗一下子变成一个蓝色的火焰，几丈高，要把那墓里的沼气通通烧完。哦，是这样子的。前前后后烧了7天7夜才烧完呢。嗯，那个墓这么大呀。火烧完之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之后你可不能乱碰，因为到处都可能是宝物啊。哦，我们就把手电筒拿出来准备开始照明。越走越深，越走越窄，走到最后几乎只能容那么一个人通过。这么窄？嗯。路的尽头呢有一道黑墙，我们从旁边一绕，乖乖，豁然开朗啊。哇，原来我们是站在一个悬崖旁边呢，面对着一个广大的空间，你可以看到山川、湖泊、百越、稻田，而河流竟在黑暗当中静静地流动着，闪闪发光啊。那些都是水银啊。啊，原来整个东西就是一个袖珍型的中国版图啊。一个中国版图。我们抬头一看，看到满天的星斗在闪闪发光啊。那些都是夜明珠啊。对了，这到底是谁的墓啊？后来我们就往山坡上爬上去了啊，在那个暗暗的光线底下，看到墙壁上竟然都是那个七彩的彩绘。彩绘旁边是一排一排的泥人，360行的泥人呈现出各种生活中的姿态，有在读书的，有在下棋的，有在聊天的，有在玩沙的，各种珍奇的表情，各式各样的笑容，都是笑容，好一幅理想国的写照啊。突然间我们在那个最高的小山顶上发现有一具棺材竟然摆在那儿。有一具棺材，它安然躺卧在万把星火之下。我们知道了，这个坟墓的主人我们找到了。找到了啊？找到了就不要客气了。拿出我们的工具，照着小山坡上爬，对着棺材就开始敲，就敲，就这么敲开了，顶开了，挖开了啊！一看呢，耶，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东西了吗？这什么东西啊？原来是一个包袱，一个包袱，一个老包袱。我们就奇怪，这老包袱怎么会葬在像这种墓里头呢？这棺材里又没别的东西了，没有了，那你们怎么办呢？抖吧，要抖吧，抖！我就把这包袱拿起来，这么啪嗒一抖啊，没有听到笑声啊。合着这包袱里没装东西。哦，合着是没装包袱，所以没办法抖包袱。是喽。这样子的。后来我们又听到那个外面好像很远很远那个地方有那个。那是笑声啊。不是笑声，那是雷声，外边来下大雨了。下雨了。我们就怕那雨水会冲进来呀。哎呦，那冲进来你们就出不去了。我们要出去呀。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看着墙上七彩的彩绘开始了。开始了。开始褪色了。褪色了，化了。哎呦，天上的星星也暗了。哎，怎么回事啊？地上的图案，哎呦，一个一个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图案消失了，这怎么会呢？不见了，一个一个倒下来了，小泥人倒下来了，碎了，碎掉了，一个一个倒下来了，哎呦，变成白粉了，山川塌了，百越垮了，垮掉了，破崩了，崩掉了，我
们想是不是完了？不行了，那白兄不行了，要不要叫暂停啊？这怎么办？停不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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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行？消失了，我不去了，那就没有了，不见了，不见了，哎呦，这全毁了，没了，哎呦，不行啊，那怎么办呢？都不见了，哎，想想办法呀，哎，不对呀，没了，不行啊，都不见了，怎么回事啊？我不去了，消失。谢谢各位朋友。本餐厅为您准备的特别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又结束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愉快吗？啊，哎，愉快愉快。哎，在没有跟您说再见之前，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一个锦旗，要送给我们今天晚上远来的客人。所以让我们再度欢迎我们亲爱的白檀先生。白檀，谢谢，谢谢，白先生。哎，明天就要返工大陆了啊！是，明天就要回去了。希望我们没有亏待你。哪的话，哎，今天聊得很愉快啊。那太愉快，太愉快。哎，你在这儿聊这么多，回去没关系吧？希望下一次有机会，你们两位可以到我们那儿去玩。一定一定，我跟郑传一定会去看你啊。肯定欢迎啊！希望到那儿之后还能看得到你。别上吊了，我发疯了，我是。行了。不管怎么说了，本餐厅还是懂得待客之道啊！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礼物，一个锦旗送给你。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个意思，是个意思，不敢当，不敢当。哎，郑钻拿出来了，哎哎哎，怎么有这么多呀？他放一队，不知道哪一个？哪一个呀？哎，好，先看看，先看看，来来，小小的锦旗。哎，信口开河。哎呀，拿错了嘛？不是，这是明天给立法委员的嘛？哎呀，怎么搞？哎，抱歉抱歉，怎么？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好意思，忙中有错。哎，谢谢，你再看看这个，透明之光。哎哎，这哎哎，对不起，这是送给我们姐妹西餐厅华光牛肉厂女主角的。你看这个，哎，真不好意思让你透明了。你看，哎呀，这个是实在抱歉，太不应该了。哎呀，这是怎么？这个有没有问题？只上了他了，千万不要出错。那最后应该是这个，谢谢谢谢，应该是这个。麻烦您再看一下。两岸猿声，两岸猿声是谁？谢谢，讲了一晚上这两岸猿声，非常谢谢，是不是？非常谢谢，两边的猴子。